好，歡迎各位今日嚟參加我哋呢一個四聖日之一嘅煙供法會。四聖日之一點解佢會成為好殊勝嘅日子呢？咁係因為咧，釋迦牟尼佛咧喺呢一段嘅呢啲嘅時間，分別喺四個唔同嘅時間，而呢一個咧就係第一個嘅嗰個時間，就係正月。咁佢咧係示現咗好多嘅神變啦，同埋去降服啲外道嘅。咁而最重要嘅咧，就喺呢一個正月嘅十五，佢所示現嗰個神變係特別啲，係牽動更加大量嘅能量。咁所以咧，喺每365日之後，即係每年重複去到嗰個位置、嗰個時空嘅時候咧，咁嗰種嘅能量嘅效應咧，就會係仍然影響住我哋啲眾生，而且仲會越嚟越增大嘅。呢個主要嘅原因咧，就是無論各種嘅業力嘅嗰種嘅牽引啦，以致到呢個平衡世界嘅影響力啦，咁而引致到當日釋迦牟尼佛所施現嘅能量嘅嗰種嘅牽動咧，就會不斷咁樣累積同埋增加嘅。咁於是如果嚟到我哋呢個年代咯，2500年之後咧，咁我哋嗰個累積嘅嗰個能量係會更加大嘅。咁所以咧喺藏傳佛教裏邊咧，他們就懂這件事了，顯教就不懂的。他們就會知道呢，就說哦，原來去到那個方位、那個時空的時候呢，無論你做任何的善業抑或惡業呢，都會增加很多倍的。而藏傳佛教呢，就覺得他即計算過、量度過他，即是、有德行、啊、有成就的祖師呢，他們計算過呢，就起碼是在正最犀利嗰日咧，即係正月十五嗰日咧，佢係增大1000万倍。而如果喺平日成個正月裏邊咧，佢就係增加10万倍。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喺呢一段嘅時空裏邊特別加強我哋嘅修行嘅話咧，咁就可以彌補翻我哋以前所犯過嘅錯，咁而嗰啲嘅惡報咧，可能咧就會增大咧，就好多倍噶啦，因為個平衡世界嘅作用。咁我哋點樣去抵消翻佢咧？因為如果憑我哋一生嘅努力係去修行啊，就算我哋唔瞓覺啦嚇，都冇辦法去抵消呢啲咁龐大嘅增加噶喎。咁我哋善業又唔夠喎，咁我哋係咪需要即係話用翻一種特別啲嘅情況嚟到去對峙翻嗰一種令到我哋惡業會不斷增大嘅情況咧？咁呢個就係要依靠呢一個四個殊勝日，佢每年咧都會有四個呢個階段嘅。而第一嗰個嘅階段咧係特別長嘅，因為咧釋迦牟尼佛喺正月初一至到十五咧，每一日都做一次神變，每一次都會牽動一種嘅能量嘅變動。只不過去到十五嘅時候就特別大啲嘅，即係牽動嗰個能量。咁所以咧就引致到成個嗰一段時間裏邊，成個正月裏邊咧，或都不斷重複咁咧，係將嗰種能量複製咧而形成好龐大嘅影響力啦。咁問題就係話，佢唔會話淨係對你嘅善業增大嘅，你做惡業佢都會增大嘅。所以喺呢一段時間裏邊，我哋要千萬記住，千祈連起心動念有一個惡念都唔好有，而盡量仲要做多啲修行嘅好嘅嘢嚟到配合嗰種能量嘅協助，再配合平衡世界嘅所有嘅複製，而令到我哋成個命運可以有機會轉向。咁咧轉向，起碼就轉去向善嘅先啦。如果你淨係種善業，咪轉向善嘅咯。個方向轉咗之後，仲將我哋嘅善惡二業組合嘅善業增大咗好多倍嘅時候，同惡業嘅比例咪相距遠咗咯，係咪？咁於是我哋咪冇咁即係辛苦啦，修行同埋我哋成功嘅機會率咪會大咯，因為障礙少咗啦嘛。我哋多啲善業嚟到去壓制嗰啲惡業嘅生起啦嘛。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必須要注意嘅喺修行上面，點解藏傳佛教可以即生成佛同埋即心成佛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識得去運用大自然嘅運作，佢哋明白裏邊嘅深奧嘅一啲嘅道理，佢知道點樣去運用嚟協助幫助我哋嘅修行。咁就唔係話哦，點解你淨係喺四聖日話嗰度嘅時候你就做善事或者做好嘅修行？但係點解你平時唔做啊？唔係咁解，平時都要做。只不過咧，你知我哋啦，我哋都係喺呢一個
五族惡世裏邊嗰度修行緊嘅，有好多嘅日常生活嘅嘢干擾住我哋，我哋好多嘅時間安排上咧根本就係唔足夠。咁為著要彌補呢一樣嘢咧，咁我哋就更加要珍惜四聖日啦。即係話你幾唔得閒都好啦，你平時幾忙都好啦，你寧願將嗰啲你要忙嘅世俗嘅嗰啲事件，即係只會害你嘅，唔會幫到你嘅嗰啲咧，你全部將佢咧推後，唔好喺四聖日裏邊做。點解啊？因為嗰啲咁煩惱嘅嘢，你做親就梗係會激起你嘅煩惱，你就好容易生起一啲惡念。咁你又喺四聖日裏邊生起惡念，咁你咪好大件事，咁啊對你影響修行好大噶，對於你個命運影響好大噶。咁為著咁樣咧，我哋就要特別咧係要注意呢一啲咁嘅特別日子，唔好做任何惡嘅嘢。咁而大量咧係做善嘅嘢，令到我哋咧個命運可以得到改變嘅。咁呢個咧就是其中之一，點解藏傳佛教可以帶領你即身成佛嘅其中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協助嚟嘅，但係佢係咪主因呢？梗係唔係啦。咁就係我哋一陣間會講嘅點樣去修心嗰個先就係做主嘅。而家你四聖日嗰啲可以幫助你，即係嗰個善惡業組合嗰個比例咧，唔即係個善業能夠可以終於有機會蓋過惡業嘅咧，同埋壓制到嗰啲惡業嘅咧，咁就呢啲就叫助力啦。四聖日就係叫助力，但係佢並不是主因。主因仍然是你的修心和你的心性有没有改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解这个慈悲心与菩提心的灌修方法第37集。那今天会讲到什么呢？题目叫做怎样去运用修心程序和十信来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难题呢？嗱，我哋其實個修行究竟係喺座上嗰度坐喺度喐都唔喐咁念下咒做下觀想，咁叫修啊？定抑或喺日常生活裏邊，我哋其實都要修嘅咧？咁點修咧？嗱，你諗真啲，如果你喺座上度修，冇嘢干擾你，當然你係會好容易咁令到自己改變一啲嘅思想上嘅想法。譬如你觀想住諸佛菩薩，咁你如果係專心嘅話，咁你當然就會係觀想到諸佛菩薩嘅樣出嚟啦。觀唔到你望住張相啊，你都會容易有個更加清晰同專注嘅印象。好啦，但係到坐下咧，你有好多干擾噶嘛，你就唔會時時諗住諸佛菩薩噶啦，你淨係諗住你嗰啲工作啊、家庭啊、朋友啊之間嘅所有互動嘅啫。咁於是咧，你發覺你一日24小時裏邊，你只係得好少時間同諸佛菩薩係有聯繫嘅。咁少嘅時間足唔足以就咁諸佛菩薩嘅影像就能夠影響你個行為程式而得到改變呢？其實你自己都應該知道答案係冇改變。你只不過喺觀想佛菩薩嗰一剎那起生起咗一啲啊好好崇敬啊呢一個佛菩薩嘅嗰個心念嚟嘅啫，但佢係唔足以改變你五蕴。即是你的色受想行識裏面，尤其所有你的行為程式裏面 的所有的習慣性，你其實是沒有改到的。其實所以即我們大部分的修行是靠什麼的？在日常生活裏面提升我們的覺性，令到我們貫照到我們日常生活裏面所有不正確的行為，然後在那裡去改變，覺得知道自己錯了我去改變，那個才是真正的修行。修什麼行？修正你的行為，咁咪叫修行咯。好啦，咁你話，咁座上嗰啲念咒、觀想佛菩薩都好重要，係，但你唔好忘記喎，佢只係佔你嘅24小時裏邊嘅最多1小時至2小時，而呢一兩個小時裏邊，亦都唔係針對住你嘅行為程式嚟改變，只不過針對住你點樣去啊念多啲咒、連結諸佛菩薩、請求佢幫下我，咁啊，我可唔可以自己觀想自己都成為本尊咁解嘅啫？但係如果你嘅心性冇改，無論你個樣點樣改變，令到自己個樣好似個佛菩薩都好啦，都係冇用嘅喎。咁即係話喺我哋嘅修行裏邊，放在首位第一位的就是日常生活裏面怎樣修正我們的行為和心性，那個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說、啊、那我座上那些重不重要、啊、應該這樣說，如果你能夠修正你的心性和行為，而再配合你觀想諸佛菩薩，那是最有效，那就叫做相輔相成，而能夠令到你如願以償去到佛剎土，或者脫離輪迴，或者成佛。
但係如果你冇辦法改變你嘅行為程式，你嘅心性冇改到或者改得好少，你淨係靠觀想諸佛菩薩同埋觀想自己成本尊咧，我可以答俾你聽，呢個係一個好肯定嘅答案，肯定你係唔可以如願以償，你連去佛剎土都未必得，就唔好講話脱離輪迴同埋成佛啦。咁所以你要知咩叫輕重，咩叫相輔相成，咩先叫最重要？即係話你第一步而家都係修行，就係修正你嘅行為先，然後第二。當然中間都要配合你的上座修行啦，咁然後大家一起進步，咁先得嘅。嗱，咁如果我哋話喺到日常生活啦，咁我哋又點樣去用修心程序嚟去解決到一啲難題啊？我一遇到難題煩惱咧，我就好猛噶咯，我一定要解決佢喎，解決唔到我點生活落去咧？咁所以我既然要解決，咁有咩幫到我咧？喺佛法，如果我唔用佛法幫我，我就咁自己亂咁做，會唔會就即係永遠要輪迴呢？咁樣啊，呢個答案係嘅，你係真係要永遠都輪迴噶，你根本就冇生路俾到自己。但係如果你有修行咧，咁就唔同啦，你有一條生路啦。嗰條生路係點運用嘅呢？就係、是、修心程序。咁點樣配合十信？十信係十種信念，亦都係十種覺性，你必須要擁有嘅。你要將修心程序同十信配合嚟一齊。去解決你生活中的難題咧，咁你先至可以修正你的行為。咁你再配合埋觀想諸佛菩薩咧，點樣去佛剎土或者點樣成佛嘅呢啲咁嘅修行嘅程式嘅話咧，咁就事半功倍啦。咁你就會有成功噶啦，希望啦，個成功率大好多嘅。咁我哋今日嘅精華題要係講啲咩嘅咧？就係、是、第一，當果報來臨嘅時候。如果我哋根據修心程序嘅第一步係要接受深信因果嘅，咁如果我接受，咁係咪就等於咩都唔好做咧？咁係咪默默去承受咧？第二，如果我哋默默咁承受嘅過程裏邊產生咗呢一啲情緒失控嘅狀況，咁又係咪等於我嘅修心與修行失敗咗咧？好啦，當我情緒失控嘅時候。我的心咧就可能會產生啲內疚噶咯啊！我又修行失敗咯咁樣。咁喺修心與修行嘅過程裏邊，如果我產生呢啲咁嘅內疚呢種情況，究竟係唔係唔啱咧？我哋點樣去運用呢一個修心程序同十信裏邊嘅信心？乜嘢信心？就是、深信因果嘅呢個信心嚟解決生活中嘅難題咧？當中有啲咩技巧呢？如果某個步驟錯咗，咁係咪等於我就會導致個有一個失敗嘅結果出嚟呢？嗱，今日咧係會講到一啲好仔細嘅步驟，而且仲會用一個實際嘅日常生活嘅案例咧，係舉例俾你嚟到教你點樣用啲咩步驟嘅。你就會發現，只要你個步驟錯咗，你好多嘢咧都唔會成功嘅，你都係會可能即係。分數很低啊！那個修正行為的分數很低啊！咁所以你今天要留意啦啊！如果我哋接受深信因果，可以在遇到難題的時候，向一些民間或者很靈驗的神嚟求助，或者求籤問卜咁又得唔得咧？嗱，如果我因為住相嗱，成日《金剛經》嘅口訣就話不住於相，但係萬一我因為住相而引發咗一些無論是正確或不正確的行為會有什麼後果呢？在日常生活裏面我們要面對很多難題的，那我們應該怎樣用什麼的心態去作出接受呢？那你說要接受嘛，那怎樣接受呢？是不是什麼都不做呢？那行為不做而已，那心態又怎樣呢？那一般有分幾多個步驟呢？今天都會仔細講到的。好了，為了要解決日常生活中的難題，我們要怎樣作出一些提問才可以協助我們解決問題呢，而令到我們不會走歪路呢？好了，在分析了，我們要分析這些難題的，那我們在分析日常生活的難題的時候又有什麼元素是要作出分析的？如果不作出分析，是不是會令到我們就會容易失敗呢？那是即是不可或缺，不可以缺乏的，那今天都會講到的。好啦，咁喺講之前咧，我哋就睇翻啦。我哋成個嘅修行過程咧，根據呢一個釋迦牟尼佛佢講解咧，佢話你要最少都分52個階段先可以修到嘅。詳細嘅情況咧，你就參考敦珠佛學會嘅 YouTube
佛法在修行上的分類空性精華就會見到解。嗱，咁咧，我哋而家咧點解都要攞佢出嚟講咧？就係俾你有一個好概括性嘅認識先。嗱，如果五十二個階位，即係五十二個層次先至可以成佛，咁我哋其實點樣去計算佢嘅時間嘅咧？原來我哋由一開始修十種信念，令到自己可以達到一個唔會再有任何疑惑嘅位置。咁就一定要有十信修得到，咁先至可以去到呢個位嘅。淨係由呢一個位去到呢個四加行咧，咁都要一個阿僧祇劫。一個阿僧祇劫等於十嘅五十一次方宇宙經歷成住壞空所需要嘅時間。你諗下，長到你都其實計唔到有幾多生幾多世投一胎噶啦嚇，即係都唔知要幾多億萬年嘅倍數噶啦。咁咧，跟住仲要咧，如果你係想由初地，即係第一個地，修到七地，呢一個咧，亦都要第二個阿僧祇劫。好啦，你然後由第八地又再修到去十地，又要多一個阿僧祇劫，都未成佛喎。你仲要修十地半嘅等覺菩薩，先可以去到十一地嘅妙覺嘅嗰個位，即係究竟度嗰個位，令到你可以成佛嘅。嗱，咁你就會發覺三大阿僧祇劫係一個不可知嘅數目，因為每個人都唔同嘅。你點知道你幾時又投胎咗去邊一個行星嗰度？嗰個行星嘅成住壞空有幾耐咧？係咪？好啦，咁跟住咧就係你亦都唔知道你會喺中間啊，有啲咩惡業產生啦，或者心性唔好咧，就做錯咗啲乜嘢，搞到自己咧就跌咗落無間地獄，都唔知幾時出翻嚟。咁你嘅修行就叫做中斷嘅咯喎。不止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你不要以為哦，我修顯教三大阿僧祇劫，我慢慢來啦，那你搞錯了。這個所謂慢慢來呢，分分鐘就是永無了期，你根本就沒可能去脫離一些惡道，即例如惡鬼、畜生、地獄或者無間地獄這些這麼恐怖的地方，你根本連脫離這些地方的能力都沒有。為什麼？因為你所知的修行方法非常之有限。咁你即係話，你必須要知道喺咩狀況之下要點樣救自己。咁呢個邊一度先可以教到你嘅咧？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藏傳佛教裏邊講到嘅密宗，咪講話要即生或者即身成佛嘅。點解佢話佢可以咧？佢係自己托高佢自己，定係因為有原因咧？係有原因嘅，係因為咧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你修的時候，只要你所修的方法差了少少，你所得出的結果是差很遠很遠的。為什麼？因為大乘的顯教呢，它就在個因度修的，但是如果你是密宗，它在個果度修的。什麼叫果啊？我們的心識呢，是一定要將它轉變成為智慧，我們叫轉識成智，咁你嘅智慧先可以帶引你去到得到一個真正嘅結果，所以你一開始修嘅時候就已經要學識點樣轉識成智，然後訓練五智嘅生起。咁而我哋嘅修行嘅主要方向要全部集中喺提升覺性嗰度，咁就叫做喺果裏邊修。點解？你望真啲，你如果要修到去成佛咧，咁就係要等於恢復你嘅正等正覺。什麼叫正等正覺？即是絕無任何偏差，100% 正確的覺性嘛。即是 你的目標就是要去到有100%不偏差的覺性嘛。你由開始修的時候，你就當然要開始修覺性啦。即是說你由一開始不疑為修十信的時候，就必須要連結著覺性來修啦。如果不是，你不是就永遠都在一個因度修，只是種一些福啊，這樣那你就分分鐘的福不夠，跌了落地獄的時候，你咪即係乜嘢都斷曬咯！你因為冇修到覺性，你都冇覺性，冇覺性點可以逃離呢個地獄啫？逃離唔到噶嘛！咁即係話我哋啊，唔好講到話自己咁犀利啦，即身成佛，淨係話你跌咗落去惡鬼畜生地獄，你能唔能夠有辦法出翻嚟，都係要靠個覺性。你可唔可以去到做翻人，又係靠個覺性？你可唔可以去到天界啊？或者咧，甚至可以去到佛剎土繼續修行，都係要靠個覺性。咁如果你個修行全部都淨係喺個種下啲福報啊，念幾句佛號啊算，咁你點樣可以能夠令到你自己嘅覺性生起啫？咁
咁你咪即係永遠都冇辦法達到你嘅自己嘅願望咯。你咪就係全盤皆輸咯。咁唔得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要記住，一開始個十信最基礎嗰、那個，令到你永不動搖，可以繼續行落去，而且一帆風順咁行落去咧，就靠呢個十信嘅。咁呢個十信就要有覺性咁嚟收啦。咁我哋睇下啦，喺《菩薩璎珞本業經》嘅卷上《言性明智品》裏邊咧，係點樣講呢個十信嘅咧？第一個要有信心，第二念心，第三精進心，第四慧心，第五定心，第六不退心，第七回向心，第八護法心，第九戒心，第十願心。咁咧今日咧就會特別教你哋每一個心啊，呢個十個心啊嘛，每一個心係點配個修心程序，同埋配落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用一個真實嘅個案嚟解釋。今日咧就會講到深入好多噶啦。好啦，咁如果你想睇翻佢嘅字面解釋咧，啊或者一啲比較係概括性嘅解釋，你可以睇翻慈悲心與菩提心嘅灌修方法第30、31同32。好啦，咁即係話我哋由一開始嘅不疑慧，最開始修嗰陣，啱啱修行嗰陣，踏入佛門嗰陣，我哋就已經要連結住個覺性嚟到去修，咁先至有機會即生或者即身成佛嘅。不，這個咧就叫因啦，你個十信就係你因，就係、是、你種呢個第一步嘅因嘅時候，你就要同個果連結啦。這個就叫因果關係。如果你在十信裏面跟覺性修的時候是沒有關係的，你修十信跟覺性完全都沒有拉楞的，就這樣念一個佛號的，那你無論怎樣修都不會生起覺性的，就算你念個很厲害的咒都不行的。為什麼？因為你沒有連結覺性咯。那這個就是因果的關係，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來的。那好了，你經常說要生起覺性，那怎樣生起啊？你又叫我們經常要修心與修行，要修個心，讓我們的行為可以修正到，那就叫修心與修行。那你究竟有什麼方法呢？第一個，你一定要懂修心程序。第二個，你要懂金剛經的口訣不住於上。你不懂這些口訣就這樣修個修心程序呢，就很容易著相執著住某些東西，咁你又會得好低分㗎喇喎。好低分梗係好過零分啦，咁但係慢㗎嘛，我哋而家要即生成佛喎，要快喎，咁你就要懂呢啲口訣。如果你要快，如果你要即生成佛，你一定要懂呢啲口訣點運用喎，仲要唔係淨係懂得點解喎，仲有淨係懂嗰個都唔夠喎，仲要懂埋第二個最勁嘅嗰個口訣，叫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嗰、那個心就係你嘅覺性。好啦，咁然後先協助到你生起五智，然後再配合我哋嘅空性非有非空，嗱咁先至可以脱離輪迴或者成佛嘅喎。就算你話我修得唔好啦，得50分，咁我都起碼一定可以去到佛剎土，咁都好過落三惡道啊嘛，係咪啊？咁好啦，咁而家你話要修十信喎，咁十信又點樣同呢一個你而家所講嘅修心與修行嘅方法連結埋一齊嚟修咧？啊，咁係有嘅。總之喺我哋嘅修行嘅起步裏邊咧，我哋係一定要修十信，修嘅時候我哋一定要連結呢五個步驟，你連結咗佢先可以生起覺性嘅。咁點連結啊？嗱，而家教你連結咯喎。嗱，喺信心裏邊，我哋第一係要接受。嗱，你望一望下我哋嗰個嘅修心程序，第一步咪叫接受嘅。哦，原來佢係連結住我哋嘅十信裏邊嘅信心。喺你嘅信心裏邊，你要接受一啲嘢，接受乜嘢？第一，你要接受深信因果，你要深信因果先得，即是说这个深信因果就是我们的修行的第一步。如果你踏入佛门第一步你都做不到，你后面你不用走，你一定倒的，你也不会成功，就算你觉得自己还在修都不会成功。那我们一定是要什么？深信因果才会成功。当你深信因果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守护住你的身心口四二三，不會犯的。因為你知道因果很恐怖的，既然這麼恐怖，你當然很小心自己的行為的啦。釋迦牟尼佛在很多他自己的自身個案的尾段，那裡的經文的尾段一定都是說這句的，
點解啊？因為經過佢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成佛之後，佢就總結咗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行為同埋口訣，就係話：你唔護住呢幾樣嘢咧，死緊嘅。你三大阿僧祇劫都未必修得到。好啦，身三就即係殺盜淫，口四即係妄語惡口十耳語同從舌。二三即是貪嗔痴，呢十樣嘢一定唔可以做，非常之小心咁守護住佢，千祈唔好俾佢犯。咁樣你嘅心信因果先至叫做滿分。好啦，咁呢一個咧係我哋可以收集同埋生起平等性智嘅方法，之前講過啦。咁咧就唔重複啦。呢一種覺性，第一種覺性，你必須要擁有。擁有了之後，就會令到你個貪嗔痴太盛嘅呢樣嘢可以對治到。點解啊？你守護住你個身與意咯，咁你個貪嗔痴啊，梗係唔會咁強盛啦。跟住你知道哇，如果嗰報第日要受報，再累積落嚟啦，真係又要落地獄啦，唔好搞啦，我都係快啲懺悔先。咁你個懺悔速度一定係會好快噶啦，唔會慢吞吞噶啦。因為越慢就越累積得多，越難整得甩啦嘛，係咪？你一定夠勇氣啊！走出嚟咧就做足公開懺悔嘅喎，因為我哋敦煌佛學會有個布薩，即係朗誦戒律嘅法會，係俾機會佢哋去懺悔嘅。因為如果凡係做公開懺悔咧，懺得甩同埋懺得快好多倍嘅。咁你咧有多人就冇勇氣做嘅。嗱，咁你如果深信因果，你一定好有勇氣噶啦。跟住你個覺性咧就唔會不足嘅。點解啊？哇！你成日都守護住身與意，你梗係要好有覺性先守護到啦。咁所以你就唔會覺性不足啦，係咪？咁於是你咪好容易得到平等性智咯。好啦，咁接受深信因果係咪就乜都唔做，默默去承受咧？咁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要點樣去應用修心程序嚟去解決一切嘅難題咧？當中有啲咩技巧咧？如果某啲步驟偏離咗，咁係咪就會令到個結果失敗咧？咁我哋而家講下一個真實嘅個案咯。我咧最近收到一封信，呢一封信咧就係一個啱啱皈依咗冇幾耐，啱啱一月，今年2021年一月先至皈依嘅一個弟子。咁即係皈依咗幾耐啊？兩個月都未夠嘅弟子，佢就寫咗一封信俾我。佢哋咧就佢話係要懺悔幾樣嘢。嗱，你喺呢一封信裏邊，你會睇到。這個雖然是剛剛皈依的弟子，但是他的覺性有多高，還有他是多麼跟從著上師的教法的一個弟子來的，你可以看到的。他是這樣說的，他說最近呢就因為有英國，即是英國有個疫情很嚴重，那我的女兒呢就獨自被困了在英國不回到來，那所以所訂的回港機票也都被取消了。當時我的心裏邊咧就一直喺度掙扎，究竟我應該俾我個女留喺英國啊，抑或去美國揾我個細佬住兩個星期隔離，即係隔離啦。隔離完之後再飛翻嚟香港咧。我同我太太咧喺唔知道點樣選擇嘅情況之下，最後咧我就去咗呢個廟咧就求籤尋求方向。當時我個心裏邊咧好唔舒服。因為我知道皈依之後，我是不應該要供奉外教，同埋咧走去求籤問卜嘅，我是不應該咁做嘅。佢話我的錯失就源於其實我並冇堅定咁深信因果。好啦，佢話我個女本身咧都明白呢個情況嘅，佢係接受留翻喺英國。我阿媽亦都建議一動不如一靜，就驚咧喺機上面容易感染。只不過是因為我渴望一家團聚，寄望求籤能夠給我力量，做一個自私的選擇。因為我沒有深信因果，所以我的行為只是來滿足我想一家團聚的慾念。他說倘若我深信因果，我就會明白這一次的分離，以及我女兒要留在英國獨自面對，其實是果報的顯現。我亦都因此唔會產生貪念，想俾佢冒險翻香港，並且會冷靜揾出喺英國嘅安全留守嘅方法。我個女而家咧喺一個寄宿嘅家庭裏邊安定咗落嚟啦，證明我當初求籤問卜係唔啱嘅。我必須要釋放我嘅覺性，唔好被呢啲貪念所蒙蔽。我哋要深信因果，生起悟智。
第二，佢話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我同我太太咧日日都留咗屋企。自從兩位大恩上師引導我走入佛教嘅道路上面，我嘅脾氣已經大幅改善。但係偶然面對太太嘅不斷囉嗦責罵，我嘅嗰個情緒咧就會有些微反彈啦。我的錯失亦都源於我沒有深信因果，並且我不應該對我太太埋怨和責罵和生起憎念。今生能夠結為夫妻是因果，我不應該對她的囉嗦埋怨責罵而感到厭煩。我應該以一個平和的心情，再以太太的立場來想，體諒和包容和支持她，哪怕先走開亦都比生起情緒的鬧交咧係要好一啲。記得咧喺某個 YouTube 裏邊咧，我聽過大恩上師你講過沙門四法嘅，我必須咧從我太太開始做起，做到咧係別人罵我，我不還口。第三，呢個第三樣佢要懺悔嘅嘢就係話，最後兩位根本上師，我唔知點解咧，有陣時我見到啲菩薩嘅相嘅時候，我會生起一些不恭敬的心，我會很懊惱，因為呢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生起這些不好的念頭。例如某位菩薩的法相有這麼多個面，這麼多個頭，哇好嚇人啊，為什麼這麼難看呢等等的這些這樣的念頭，就令到他很懊惱了，不知道怎麼辦。他有時呢我感覺不恭敬的念頭開始出現的時候，我就立刻放空我的思想，或者我想第二些東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只要我不是準備念咒和做每日功課的時候，這些念頭其實不會出現的，就好像一些潛意識那樣，不想我去修行那樣。 那種感覺呢令到我非常懊惱和擔心，即是他擔心日後會不會退轉，那我都不知道怎樣做。我跪求大恩上師你指點，我好怕咁樣咧會不斷種下啲惡因而下墮喎。咁咧呢一個弟子嘅名咧，我係隱藏咗嘅，我係唔即係我應承佢唔會公開。咁但係我會用佢嘅個案嚟講解個修心程序同十信嘅。佢係應承咗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攞佢出嚟講解啦。嗱，我哋先睇下啦，根據呢個個案。咁我哋點樣去運用修心程序同埋十信裏面嘅信心、深信因果嚟解決我哋呢啲日常生活裏面嘅難題，或者修行上面嘅一啲難題呢？咁你首先要知道一樣嘢，乜嘢係啱，乜嘢係錯吓？深信因果要知呢啲㗎，梗係啦，你而家深信因果要守護你嘅身與意嘅行為㗎嘛。你如果唔知乜嘢啱，咩叫錯，喂，咁你點守護啊？你真的都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對還是錯的時候，那你做還是不做？你做了之後要不要懺悔？所以我們如果是深信因果，第一件事就要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所以如果你看回我們敦珠佛學會的 YouTube 的修心篇，全部都是講緊教緊你怎樣去分辨什麼叫對什麼叫錯，對又怎樣錯又怎樣的，那你可以看回。好啦，你睇翻佢嗰封信嘅內容啊！我呢位弟子佢係咁講，佢話我冇深信因果，所以我嘅行為只係嚟滿足我想一家團聚嘅慾念。咁呢句説話有冇錯到咧？佢話我錯咗咯，我冇深信因果啊，我就錯喺冇深信因果度咯。我有一個一家團聚嘅慾念喺裏邊喎，我就淨係掛住滿足呢個慾念，所以我錯咗咯咁。咁究竟喺呢句説話裏邊，我哋點樣判斷乜嘢啱咩錯咧？係好重要嘅，你係要知嘅。而家解釋俾你聽，你要記住啊，想一家團聚唔係一種錯，係一種感情上嘅良好嘅願望。我哋人願望有好多種喎，有惡毒願望，有良好願望喎。例如佢呢一個咧，就叫良好願望，係感情上面咧係有嘅一種良好願望嚟嘅，唔係一種錯。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你一家團聚可以帶給一家人的歡樂、感情上的安慰，這件是好事來的。這個呢是一種給予人溫暖的一種感情，在戒律上面是需要有的一種感情，叫做什麼？慈悲。慈我們說過即是娛樂給快樂人，悲是拔苦，將人的痛苦拔除。
咁如果你對所有嘅眾生都要咁，咁你對自己屋企人就更加要咁啦。咁你見到你個女可能留喺英國嗰度好苦悶唔開心，咁又擔心咁嘅時候，你梗係希望俾快樂佢噶啦。咁所以你生起呢一種感情，係想一家團聚嘅話，呢一樣嘢本身咧係冇錯嘅，亦都符合我哋嘅戒律裏邊嘅嗰種慈悲嘅感情。如果你想一家團聚，因此而引起行為上嘅錯失，咁咧就屬於一種乜嘢情況咧？嗱，即係一家團聚就冇錯嘅，但係你因為想一家團聚而引發咗一啲行為出嚟咧，咁你就要判斷下呢個行為係啱定錯啦。所以你要搞清楚係用乜嘢嚟判斷對同錯。因為如果你係住上咗喺一家團聚而引發咗一啲錯誤嘅行為嘅話咧，咁先至屬於一種錯。所以在《金剛經》裏面呢，是很重複地講了，千祈我們如果想救自己離開這個輪迴的痛苦，一定要做到一件事，就是不住於上，這個是很重要的。即是說你任何一個行為，好了，你想一家團聚，良好願望來的，可不可以住上呢？那我現在是住上了，我因為住上很想要一家團聚，於是我做了一些行為出來，咁呢個行為係啱定錯咧，就引發於你第日個業報會係好定壞啦。咁所以原來一注相咧就會有業報，中咗呢個注相就即係中咗一個因，有注相呢個因就一定有受報，呢、這個受報就係一定會令到你繼續喺度輪迴嘅。嗱，咁你要搞清楚，凡有注相必定輪迴嘅呢一個定理咯喎，呢個定律嚟嘅喎，凡有注相，凡有注相，記住啊！必定會輪迴，你記住這個規律啦嚇。咁好啦，咁哎呀死啦！我而家住上咗喺想一家團聚嗱，想一家團聚本來係符合戒律，亦係啱嘅一個良好願望。但因為我住上喺佢嗰度，而引發咗啲錯誤行為咧，哎咁啊出事咯喎！咁樣我哋睇睇嗱，我舉一個例咯喎，啊點樣俾你更加深刻嘅印象啦？譬如咧，你又見到你有個朋友吸毒咧。就因為冇錢繼續買毒品咧，於是咧就發作咯，就痛苦到不得了，喺度點長點謝，流曬鼻涕口水咁樣，好淒涼咁嗌住求你救佢。咁於是你係心軟咯，你係借啲錢俾佢，等佢去買毒品繼續吸毒，等佢咧就可以咧暫時去脱離呢種嘅痛苦。嗱，呢一種行為咧本身就係錯啦。嗱，你有慈悲心慈悲佢。希望俾快樂佢，拔除佢嘅嗰種毒癮嘅痛苦，呢一樣嘢係啱嘅。但係因為你注上咗喺慈悲而引發嘅一個行為，個行為如果係錯嘅咧，咁就係錯噶咯。你係應該幫佢點樣戒毒，唔係幫佢加深毒癮啊嘛，係咪？咁所以你就要記住，就係咁樣判斷啱同錯噶啦。好啦，如果我因為注上而引發咗一啲錯誤嘅行為，有咩後果咧？我哋睇下咯。如果你因為注上而引發了情緒不安，淨是情緒不安而已，沒有其他東西，於是令到你甚至寝食難安，抑鬱，譬如經常喊，發脾氣，不知怎麼辦好，都不知怎樣去解決這個難題。如果你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注上而起的，不過注上只係呢個注上，只不過引致你情緒不安啫，就未至於其他嘢。咁但係都已經傷害咗你自己噶咯喎。仲要點啊？次要咧就係困擾咗其他人，人哋其他人見到你咁啊，你啲屋企人都會覺得好擔心噶嘛。但係你咧亦都冇因為咁引發啲咩行為出嚟，你即係唔會因為咁做咗啲乜嘢嘢。咁呢一種情況我哋叫做咩？自困，你自己困住咗自己，你因為注上而困住咗自己。在生關死劫的時候，你會容易因為情緒而引發你善惡業組合裏面的惡業的生起，令到你自己會投身去一些不好的地方。情緒不穩這件事呢是很嚴重的，它是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投身的。你不要以為說很簡單啫，情緒不安啫嘛，咪睇下醫生吃些藥瞓個好覺咪冇事咯，不是的。當你的心結解不開，個心結永遠都纏繞住你，它就永遠成為一個咩火藥引，它就會隨時引爆你的惡業就爆發出嚟，等你受報嘅。所以你要記住，不要以為小事並非小事，
就咁住上，淨係引致情緒不安或者囉囉攣咧，都一樣係一個藥引，只不過個藥引係大藥引啲啊，即係搞到我啊又抑鬱啦，又要睇醫生啊。你因為小嘅藥引，只不過囉囉攣啫。你要記住一樣嘢，叫做蝴蝶效應，少少嘢拍下對翼啫，個蝴蝶已經引致到全球震盪噶咯，第日可以你咧。係咁已有少少情緒不安，係咁已少少注傷，少少啫，我當你都未至於抑鬱嘅，咁已經足以令到你嘅頭身受到嚴重嘅影響，呢啲就叫蝴蝶效應。所以我哋點解要修行，就係修正我哋嘅行為。嗱，你注傷啦，依家《金剛經》叫話咗噶啦，不可以注傷，你就要不注於傷，唔係你就大件事啦。咁所以呢個你就要修正你嘅行為。千祈不要因為注上而引起任何情緒的反應，否則就是叫做蝴蝶效應。我們必須要修正這種行為。好了，你說不是啊，我還引發了一些錯誤行為出來啊，我因為注上走了去，哎，求神問卜，做了一些犯戒的事喎，哎，那即是你有做事，有做一些行為出來喎，啊，那你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你會喪失自主權，你會被怨親債主操控，你的覺性和智慧會被埋沒。為什麼？因為求神問卜，即是求緊個神給個指引你。但這個是什麼神呢？你說不是啊，個個都供應他是好的，心腸又好，他不會害我的。你的怨親債主會害你嘛，你怎知道你那支籤是你的怨親債主幫你熬出來啊，引導你熬出來啊，還是說大仙啊，是不是？你不知道的，因為你熬籤就是這樣熬的。好了，如果你將你自己的分析能力啊、修心程序啊、覺性啊那些全部都不運用，那就是埋沒了它了，那你就依賴什麼？依賴別人的抉擇了。嗱，我不懂得選擇了，我只是懂得找神去幫我選擇而已，誰知那個原來是怨親債主，他又幫我選了一條死路給我走，我又當好東西照走，那我就喪失自主權，自陷這個的危險之中，還會連累埋個女嘅喎，你嘅親人嘅喎，因為你係幫緊佢做抉擇喎，因為你一家之主啊嘛，係咪？咁即係唔係淨係你抉擇你嘅命運喎？你係將你個女嘅命運交託喺他人手上，仲係可能係怨親債主手上喎。所以咧，喺佛教裏邊有個規定嘅，佢話如果你一旦皈依咗佛法咧，你係要皈，如果密宗就你要皈依上師佛法僧。咁佢有個規定，就係盡形壽，你都要歸依佛法僧嘅總集體嘅上師。嗱，記住啊，唔係就咁歸依一個上師，而呢個上師必須要係屬於佛法僧嘅總集體。佢能唔能夠代表佛？咁就睇佢識唔識講空性非有非空嘅佛法。如果識教導呢一個嘅修行，咁即係佢可以代表佛。如果唔識教空性嘅，佢唔可以代表佛。乜嘢叫代表法？即係佢要識得講佛法。佛法嘅唔係就咁講啲好淺嘅啊！我哋去種下啲善業咯，我哋做下善事咯。嗱，咁咧我哋咧就要有呢、這、一個啊六道萬行去做啦。咁樣嗱，唔係講呢啲，淨係咁基礎嘅嘢。佢一定要講到深層次嘅嘢，例如教到你點樣修心，個步驟係點。如果你行歪咗又會點？即係你要有一個好仔細嘅教導，嗰啲佛法先真正幫到你。即是如果教導不到你修心或者修心程序怎樣去配合這個十信，怎樣修產生這個五智和覺性，如果他講不到這些層次的都不能夠代表法的，即尤其他還不講佛法，只是經常做儀式灌頂，然後給個儀軌你，你跟個儀軌修啦，這樣灌上個佛菩薩就包你去到佛薩土，這些不是真正的佛法，這些呢是註相的佛法來的，完全是幫不到你啲乜嘢嘅。好啦，僧咯，咁如果佢有發菩提願，話會救到一切眾生，咁即係佢屬於菩薩僧啦。啊，咁都算係僧啦，佢起碼都係發願嚟幫你啦。咁但係佛法僧，如果佢淨係屬於肯發個願話幫人嘅一個僧，但係佛代表佛佢又唔得，代表法又唔得，嗰啲咧就唔可以叫上師喎。你歸依佢咧冇乜用，反而有反效果嘅喎。咁所以咧。現在這裡講的是講你要盡形受歸依屬於可以代表佛法僧的總集體的上師，所以不要搞錯。第二，你要盡形受歸依佛，不可以歸依天魔外道。
咁即係話你唔可以歸依佢嗱。咁我唔歸依，我冇歸依大仙啊。我只不過走去拜下佢啫喎。咁得唔得咧？咁如果你當為一個作揖禮敬咁樣，唔係跪喺度啊，作揖禮敬啊，上柱香啊咁呢啲。如果你係在家弟子咧，唔係出家嘅咧，都還可以接受。但係問題係，如果你做呢個行為嘅時候，有一個反效果出嚟，乜嘢反效果？其他所有信佛嘅人，皈依咗佛嘅人就以為咁樣做係啱嘅，係好嘅，佢又會跟住做，咁你又中咗啲惡業咯喎。好啦，跟住咧，你個心咧仲聽佢講嘅喎，求下籤，佢話叫我行東，我又行東，佢行西，我又行西嘅時候咧，你咁你就會令自己嘅怨親債主可以從中插針咧，就嚟害你。咁人哋嗰啲睇到又跟樣學樣。啊！你嗰啲所有師兄弟啊，或者學佛嘅人覺得話係啊，都得嘅咁樣啊，咁你又累到佢哋嘅怨親債主，又可以操控佢哋咯喎，咁你又中咗好多惡業咯喎，咁所以其實即係得唔得啊？即係雖然喺坊間曾經有啲法師或者有啲文章話，其實咧，只要你唔係出家咧，你在家咧，你走去拜下啲呢啲大仙呢啲神靈啊，咁樣咧，即係就咁裝住香啊，作個揖，只要唔跪都得嘅咁樣。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對你都係有不利嘅，都係唔好嘅，都係犯咗一啲覺性上嘅錯誤，佢會埋沒你嘅覺性嘅。所以咧，我嘅答案就係話俾你聽，唔得。嗱，你可能會喺網上睇到有啲都話，啲都得喎，咁啊上司，點解你又話唔得啊？咁樣，我為你好啊，我唔想你慘啊，所以我咪話唔得咯。咁嗰啲話得嘅，嗱，呢啲係佢講嘅，唔係我講嘅。嗱，咁睇你自己信邊個啦。好啦，你要知啊，一般人所拜嘅鬼神咧，都係低級嘅鬼神，佢哋嘅能力好有限。佢知你嘅所謂命運，我俾佢有埋神通好未啊？睇到你一世好未啊？就一世啫嘛，但系前面嗰啲睇唔到，後邊嗰啲未來又睇唔到，喂，咁就教錯你啦。當佢善心好未啊？教錯你咯喎嚇！你透支咗自己福報又唔知啊！你行咗落去一個初初嘗甜頭之後，你有排苦嘅陷阱，你又唔知道。你個怨親債主喺度作弄緊，你又唔知道，你係乜都唔知噶嘛？你就俾人愚弄噶咯喎，梗係唔好啦。所以佢咧，所以咧，我嘅意見同埋亦都有啲比較正道的修行人都是這樣建議的，他說你敬他的未必是有福，即是你尊敬他了，那你當將去他的面前裝住香尊敬他，他未必會幫你，未必是一個福分來的，你可能，但是你逆他呢，他未必給到福你，但是他要害你，他就很厲害，那你即譬如逆他了，求了支籤，他叫你行東，你行了西，那他就生氣上來，你即是不信我了，咁於是你咪會招禍咯，咁佢會害你嘅喎，或者佢嘅眷屬都會嬲，會害你嘅喎。哎呀，你唔信我嗰個啦，咁樣咁又害你啦。嗱，咁你諗下，你係幾多嘅陷阱可以踩中咧？就咁做少少嘢就已經一百個陷阱等你踩啦，梗係唔好啦。其實呢啲鬼神多半都係厲鬼之類嘅邪靈所化。乜嘢叫厲鬼？即係佢咧就去唔到天界。就停留咗喺人間，咁啊有多少能力？我哋叫鬼通啊，唔係神通啊。咁咧，於是咧，佢又叫都幫到你啲嘢，又知道你多少少嘢，咁啊話下你知啦。咁啊開心嗰陣咪教下你條明路，但係會唔會透支你福報？我唔知啊。唔開心嗰陣，你逆佢，覺得你逆佢嗰陣時咧，就點你行條黑路，或者你個怨親債主搶咗嗰支籤嚟幫你熬嘅啊，咁啊帶咗你去一個黑路，你冚唪唥都唔知噶嘛。佢係。邪靈的化身的意思就是說他教不到你一些最絕對 100% 沒錯，教不到你一些絕對正確的佛法，一些能夠提升你覺性的東西他教不到，那些不好的東西幫你透支福報行差踏錯那些他就教到你，或者他行第一步你不覺得他有錯，你第二第三你才知道大件事，那已經遲了，所以就記住不要這樣做，所以是規定了盡刑受只可以歸依佛，不歸依天魔外道，包括你說我走過路經咁啱撞口撞面撞到，咁作個揖 OK， 但你就不要行入個廟嗰度，你一行入去就已經是等於歸順佢啦，係咪？跟住你仲要求埋籤喎，求佢指點喎，咁呢一個係一個錯誤嘅行為嚟嘅。好啦，你要記住唔能夠求神問卜嘅原因係就係因為怨親債主係危險嘅，只會為你帶來更大嘅危險。
好啦，第三樣你要盡刑受歸依法，唔可以歸依外道邪說，即係佢哋所講嘅嘢，唔係真正百分之一百符合正確嘅道路嘅佛法嚟嘅，唔會提升你覺性嘅，佢只會提升你嘅貪嗔痴啦。嗱，我你拜下我咧，我又幫你點樣啊發達啊避災啊咁樣。呢一啲係咪真係做到咧？呢、這個已經係一個疑問咯。佢跟住做之後嗰啲會令到你行差踏錯嘅咧，先至係真正害到你嘅嘢。所以記住，令到你會行歪咗嘅嘢唔好聽。第四，盡刑受要歸依僧，唔可以歸依外道邪宗。如果佢都冇發到願，冇發一個菩提心，話去救度所有眾生嘅，佢都冇呢個願。咁即係佢個心啊，好極有限啦，即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嗰類啦。喂，咁就唔好噶咯喎，對你就分分鐘會出事噶啦，唔知幾時啫。所以你要記住，如果你咁樣做，唔單止喺主要方向裏邊咧，係令到自己陷入一個喪失自主權嘅情況，你亦都會困擾到別人嘅。點解啊？我你做嗰啲決定可能連累埋其他人嘅喎，你而家幫你個女做決定喎，哎呀，你咪連累埋你個女咯，係咪？咁所以咪叫困擾別人咯。仲有啊，你因為你嘅注相而引發咗一啲外在嘅行為喎，咁你有外在行為引發咗，咪就走去求籤問卜咯。你可能話：喂，好小事啫，喂，求籤問卜啫，我又唔係作奸犯科，有咁有乜咁錯咧？呢啲咪叫蝴蝶效應咯？有咩錯啊？呢一種情況我哋叫做咩？被困。你係將你自己嘅命運同你個女嘅命運困咗喺某個人嘅手上，你自己咧就走咗落去呢個困局裏邊啦。咁有咩後果咧？喺生關死劫嘅時候，你會容易因為外力嗱，頭先嗰個咧就係你因為情緒引發你嘅善惡業組合啊嘛，嚟到去令到你受報啊嘛。呢一度咧就變成你到時真係生關死劫死嗰陣最緊張嗰陣咧。就是外力了，因為除了你自己的情緒之外，內在的一種擁自己去 投生不好的地方的力之外，你還加多個外力，就是你的怨親債主都加了道力下去，那就是外力來到引發你的惡業生起，於是就令到你投生去不好的地方，這個就叫做蝴蝶拍一拍對翼，就是你去求一求籤而引發之後的大動盪，這個就要小心了。第三種咧就係引發一啲重度嘅錯誤行為，因為太過注相，哇！引發咗啲極度犯戒嘅行為，例如殺盜淫咁就唔得噶咯喎，咁就會點啊？主要咧就會令到你自己下墮三惡道，喪失覺性。次要就傷害別人啦，咁你殺盜淫梗係會傷害別人噶啦，你即係引發咗一啲外在嘅行動，而加重咗你自己嘅惡業嘅產生咯喎。咁呢一種我哋叫做乜嘢？下墮。嗱，因為住相可以有三種情況出現嘅，一係就自困，一係就被困，一係就下墮。所以你話住相幾慘啊？所以《金剛經》咪話你千祈唔好住相，咪就係咁解咯。啊，咁如果你住咗相啊點啊？如果你下墮，咁你咪喺生關死劫嘅時候，就因為你自己嘅貪嗔痴太過盛，惡業又太重，咁咪令到自己投生去三惡道咯。所以記住呢一種住相有個名嘅，叫做惡性的住相。好啦，惡性的住相喎，呢個叫做咁咧。如果我因為住相而引發正確嘅行為咧，嗱，例如我咧就因為哎呀好想學佛啦，我住相咗去學佛啦，咁於是我皈依三寶啦，求諸佛菩薩庇佑啦，我好積極投入修行喎，咁呢一個又點咧？咁你會引發你嘅情緒好安穩嘅。如果你真係學到一啲正確嘅佛法，有人教你修心嘅話咧，你係得嘅，係可以做到嘅。你可以心有所依，獲得定力，脾氣改善，你是會做到的。好了，那這個主要是改善了你自己，次要就是你會令到其他人都覺得開心，覺得啊你真的越來越好啊，這樣。如果你只是引發情緒的安穩而已，你沒有引發其他外在行為的，這種情況我們叫什麼？自救，自己救自己。咁你喺生關死劫嘅時候，你會因為你嘅心嘅安穩而引發咗一啲善業嘅生起，令到你可以投生去好嘅地方。呢一種情況我哋叫做小乘嘅修行方法。點解？即係佢咧就冇發願去救人，冇引發任何行動。我嘅修行咧，淨係救我自己嘅啫。我冇引發其他嘅行動㗎，咁樣嗰啲咪叫做自救咯，係咪？如果佢引發咗輕度嘅一個修行，我守持戒律五戒十善，
好啦，當然係有呢一個菩薩戒嘅。如果你有菩薩戒咧，你就大乘咧係一定有菩薩戒噶。咁你都去想救人嘅，只不過你個願力裏邊你有冇真係實行咁解嘅啫。咁你就會可以重拾自主權，你可以隔離冤親債主嘅操控，同埋你嘅覺性同智慧可以少量生起。咦？點解會少量生起咋？咁咁就即係睇你有冇人教你修心啦，同埋嗰個修心所覆蓋嘅範圍有幾大啦，都係好重要啊。咁但係起碼你可以重拾你嘅自主權噶啦。點解？因為喺灌頂三歸五戒大配護身咒經裏邊咁講嘅，佢話如果你歸依三寶之後，就會有36位鬼神之王隨逐護助。嗱，鬼神之王，每一個王話明係王，佢下低仲有好多眷屬嘅喎。你見就見36位鬼神喎，其實佢就即係衍生好多個咯喎，佢係會保護你嘅。如果你能夠再受五戒，每持一個戒咧，就會有五位嘅護戒嘅天神嚟護持你嘅。咁你受足五戒咯，咁咪25 25 25咯喎，有25咯喎。好啦，喺《佛說消災經》裏邊仲講，佢話如果一個人因為受咗五戒咧，食人鬼都唔敢近身嘅。嗱，呢啲全部都係釋迦牟尼佛嘅經文講嘅，我不過引述少少俾你睇下，仲有好多嘅，好多嘅，咁啊即係講唔到咁多啦嚇。即係講緊一樣嘅，你一旦歸依咗之後咧，點解你可以重拾自主權？就因為你有人護持你，怨親債主唔敢近身，咁你咪有咗自主權啊！咁但係你個自主權點運用係好重要嘅喎。喂，你點學佛學啲乜又好重要嘅喎。你運唔運用到你個自主權，運用到幾多分咧嚇？咁又好重要嘅喎。咁就真係睇你邊個教你啦，邊個法師教你，邊個上司教你啦。咁你歸依咗邊個上司，邊個上司就有責任教你嘅啦嘛。咁你就要睇下，你又跟唔跟到佢去學咯喎？點解啊？佢教完你唔跟都冇用噶，係咪？好啦，所以咧，如果你係做到修五戒十善菩薩戒，守到呢啲戒，你更加埋菩薩戒，仲多善神護持你喎。頭先講嗰個五戒十善啫喎，而家加埋菩薩戒又仲多啲噶咯喎。咁於是你唔單止幫到自己，仲幫到其他人嘅。好啦。咁你有冇引發到外在嘅行為？有，你就係因為住上喺要學佛，所以你走去歸依咗大乘。你咧就走去歸依咗之後咧，係有受到五戒十善同菩薩戒，又幫到其他人嘅，咁叫做引發咗外在嘅行為。呢一種情況我哋叫做自他救，固然可以自己救自己，亦都可以幫到其他人，就救到埋其他人。在生關死劫的時候，你會容易因為心安和外力。咦，為什麼有外力？當然有外力咯，你受多了很多戒律，多了很多善神護持你，跟著你幫過很多人，那些人要報恩給你，那就叫外力咯。兩樣力夾在一起，於是你就可以很容易投身去好地方，這種就要大成了。你看看剛才那個小成那個，只不過引發他自己的善惡意業的善業，令到佢可以投身去好地方。你咧所大成咧，就除咗你個心因為安穩、情緒安穩，仲有外力嘅。點解？因為你做多咗好多嘢，但係仲係少量。點解咧？仲係叫輕度。咁咩叫做極度嘅修行咧？就點樣引起極度嘅修行？就係話你所守持嘅戒律咧，係顯教同密宗你都有嘅，爭好遠嘅。我話俾你聽，爭實在太遠啦，嗰啲戒律。嗱，佢主要咧就係可以高度獲得自主權。頭先嗰個叫重拾自主權喎，你重拾到幾多分咧，就好講究你受啲咩戒喎。嗱，而家你呢個咧叫高度自主權，哇！點解你會有高度？頭先嗰個叫唔知拾到幾多分嘅咧，就因為你所受嘅戒唔同，所保護你嘅嗰啲護法嘅量同埋個力度係唔同咗，咁咧。呢一啲嘅護法咧，係可以幫你去降服啲遠親債主，隔離佢，等你可以安心修行。於是你個覺性同智慧就可以大量生起啦。冇干擾同有干擾爭好遠噶。嗱，例如我舉個例，密宗咪有一個叫十四根本舵嘅。如果你一開始入門學密宗咧，你要受一啲嘅戒律嘅咧，最基礎嘅呢一個十四根本舵，你係應該要受嘅。
它是十四種很大覆蓋範圍非常之深廣的一個角色來的。你受了它呢，你就會知道有很多東西呢不要碰它，不要做，有很多東西呢你就要碰它，你要做，對你幫助力很大的。即是呢簡單一點說，它其中有一條界呢，就是你呢就不要輕視這個五運。我們現在呢《金剛經》就說，哎，我們呢要清洗我們的五運，啊，《心經》呢就說，啊，我們呢就要這個沒有五運才好的，這樣。但是原來在密宗修行呢，你沒有輕視五運，五運可以轉化成為五方佛，然後由五方佛那裡再轉化成一些高度的覺性和智慧，再進入空性，這樣來成佛的。原來它是一個階梯來的。那個五運呢，原來就衍生自我們的自性和我們的佛性，我們就不要剁了我們自己的佛性，而是將它轉化再提升，這樣來修的。那你原來這個十四根本道裡面蘊含了很深廣的一些道理在裡面，還有那種覺性是會帶引到你終於修到成佛的。好啦，你沒有了，啊，你沒有學，啊，那麼你就所有東西都是很低分的了，咁所以你咪要三大阿僧祇劫咯。哎呀，點解密宗話自己可以即生成佛？嗱，咁又講多樣嘢嘅原因啦。佢原來有好多個原因啊。呢，這個又其中一個原因，佢受嘅戒律咧嚴密、廣泛、深層，咁連結住覺性嘅位咧係好多嘅。誒，咁你冇咗啲覺性，你就係成唔到佛，脱離唔到輪迴啦。冇咗啲覺性就好難去投生呢，這、一個，甚至去佛剎土都難啦，係咪？冇咗呢啲覺性啊，跌咗落地獄都好難走翻出嚟啦！你都唔知道自己坐邊。哎呀，我跌咗落地獄死啦！我都唔知道自己坐邊，點慘啊？唔係喎，我受過十四根本道啊，我知道呢十四樣嘢掂親都會有事，仲教埋我點樣去還原佢、參證佢、還證佢喎。哇！咁我真係識得解呢一個大結啦，呢，這個結咗呢，這個結原來結咗喺呢度。哦，呢，這個大毒瘤原來咁樣就可以去除到。咁我咪真係可以救自己於地獄之中咯，係咪？我落咗去做畜生啊！蠢蠢地突然間靈光一閃，記起呢個十四根本道，即刻參咗佢，咁我又就可以脫畜生身咯。你話幾好咧？喂，咁你顯教有冇啊？冇噶，呢扎嘢冇噶。呢十四種我話俾你聽啊，非常之好，非常之深層嘅覺性，冇咗佢，我保證你好難成佛，真係要三大阿僧祇劫都未必得喎。所以咧，有咗佢你就可以即身成佛咯喎，呢個幾重要啊！嗱，咁呢啲咪就叫分別咯。好啦，次要就係你可以大力協助人啦，你連護法都幫你，你又識，你又修得好嘅時候，你都念下咒都幫到人啊嘛，係咪？咁你呢啲就叫引發咗外在行為，你真係引發咗喎你。點解啊？你因為為咗要學佛法，我就要學一個最夠力的、夠深層的，要快速一點的，不要搞到我浮沉浮沉，永遠浮沉，那就是浮，就是沉了下去了，是不是？那我們就所以要真的去學密宗來到修行。但是這樣，密宗現在外面有很多是假的，啊，那你十個有九個假的時候，你又找了九個那個九個的時候，那就真的不好意思了，你死定了。因為它太夠力，所以很多人要去冒充它。好東西當然要多人冒充，你不見地底泥有人冒充地底泥的嗎？沒有的嘛。珠寶有人冒充的，為什麼？因為那些好東西來的嘛，當然有人冒充，你就小心一點，不懂教你修心的那些，你真的要想清楚，修心怎麼教呢都很重要，是不是有連結金剛經這些高度的佛法來教呢？很重要的，只是修心程序，沒有了金剛經的口訣，哎，差很遠的，我不知道你得有沒有一分兩分執到。好了，所以這一種我們就叫做心度自他救，救力了。在生關死劫的時候就會容易因為自力和外力都很強大，加多了強大兩個字，而令到你自己可以選擇怎樣投生，甚至選擇脫離輪迴或者成佛的，有得選擇，夠力就有得選擇，不夠分就沒得選擇。你需要看這裡，只不過大成只不過心安及外力，即是顯教那裡心安及外力，密宗都是大乘的，密宗都是大乘的，只不過呢它就叫密宗，就不是叫顯教，它就多了很多東西了，是因為自力和外力都很強大，所以它的結果就不同了。這一種的住相我們叫做什麼？善性的住相。哦，原來住相分兩種，一種叫惡性的住相，一種是善性的住相，不理它善還是惡，
的住相都一定會令到你停留在三界繼續輪迴，所以這個定律記住它。所以為什麼金剛經經常跟你說不住於相，就是不想你繼續輪迴，所以就叫你重複這個口訣咯。好了，即使你能夠進入色界天的最高的五層五不還天，可以脫離輪迴，但是一旦如果你離開五不還天， 你都要繼續輪迴的啊，你還回不回得進去就不知道，所以你也都未必有能力去救自己和你自己的親人和眾生，你都不出得來，那怎麼救他們呢？是不是？你一出親來就連自己都不知道救不救到，不出來就救不到自己的親人和眾生，那就差很遠的，所以我們應該怎樣成佛，成佛就可以進出自如，三界啊法界進出自如，又夠大能力，又可以救到自己那些親人和所有眾生，你說多好呢？那所以金剛經的口訣裡面的不住於相呢，是講緊第一，你在日常生活裡面呢，它可以協助你擺脫一些煩惱，你都不住相，你都不住相在煩惱，你都不執著住啲煩惱，你怎會有煩惱呢？但是它不夠力啊，它沒辦法解決到啲難題啊，它可以更加容易呢幫助你投生去五不還天，因為你沒有東西牽引住你，沒有煩惱，那你當然容易進入這個五不還天啊。但它帶不到你進去法界，為什麼？因為它欠了一些東西，欠了什麼？第二個口訣就補充了，就叫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是說你應該不要住相，但是不住相，即是不執著之中又生起一種覺性出來，那這個覺性呢就可以幫你擺脫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煩惱，因為你不住相嘛，跟著你又可以解決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困難，因為你生起了覺性嘛，那你也可以更加容易進入法界成佛，因為你圓滿了你的覺性嘛，那就行了。那所以呢，現在我們看看我們這個個案，我的弟子是這樣寫的，他說我必須要釋放我的覺性，不要被這個貪念所蒙蔽，我要深信因果，生起五智。他說的這一句說話，就是說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配合修心程序和十信來到生起五智呢？要深信因果來生起五智，我們應該怎樣去做到呢？怎樣做到這件事呢？首先呢，我們就要用修心程序。修心程序的第一步是什麼？接受。接受什麼？接受深信因果。好了，即是說要接受你的女兒現在的情況是以往生的業報，這件事你要接受。接受了之後呢，你就不會那麼掙扎，那麼焦慮了，你起碼有一些定力，所以呢你就可以生起了平等性智，知道報應不爽，這些就是平等的一種了。你也都要接受，但是接受就並不是什麼都不做，我們呢而是只不過接受了這個因果的報應之後，就可以令到我們不再焦慮，有定力，還有一種平衡的情緒和心態，讓我們可以進入下一個程序。下一個程序是什麼？下一個程序就是你要接受對上司有信心。對上司有信心，即是說你要依照上司的教法去解決問題和修行，生起覺性。如果你那個上司沒有教到你修心程序，沒有教到你那些口訣，又沒有教到怎樣生起五智和覺性，那就幫不到你了，這件事幫不到你了，最多叫你哎呀，你灌下什麼頂啦，你念下個什麼菩薩的咒就幫到你。喂，這個不，這個是治標不治本，或者甚至治標都治不到的，很多人都是有這種現象出現，因為你沒有真正地去解決那個問題，你沒有真正地去面對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為何無端端會解決到呢？是不是有那 你不是用你的覺性去做，你的覺性怎麼會生起呢？你怎麼會修行成功呢？是不是？所以你要依照上司去教你，如果上司有教你的話，即是說第一你要有修心程序，第二你有金剛經的口訣不住於相，這一種才可以釋放你的覺性。好了，釋放了之後你就可以運用第二個口訣，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生到個覺性出來，跟著你可以配合十信來生起五智，又再配合空性非有非空來圓滿個覺性，這個就是對上司有信心了。即是說你要接受什麼？接受成為能夠教授這些教法的上司的弟子。你如果都沒有歸依到他，我沒有的，
對佢有啲信心啦，咁啊喺個 YouTube 聽下算咯。成為佢弟子，咁我要守好多規矩，我又唔制啊，咁唔付出係唔會有獲得嘅。呢種付出其實就係個上司更深層次嘅教你咁解，你要去接受更深層次嘅教法嘅。好啦，呢一個係非常重要嘅。如果你揾著個上司唔識教呢一紮嘅修心嘅程序同埋口訣嘅話咧，咁你生起唔到覺性，咁即收唔到啦。好啦，你如果係啦，你跟住個 YouTube 去收啦，但你冇歸依呢個上司喎，咁咧都係唔得嘅。如果你嘅上司冇教你呢啲修心，只係教你灌上一啲儀軌，咁你嘅心性其實冇可能會調整到嘅。你冇辦法對症下藥咁嘅修行，咁即係你冇辦法成功啦。即使你日常生活嘅難題，你都冇辦法通過正確嘅佛法嚟解決，你根本就唔識啊。咁我而家教緊你點樣通過咯，正確嘅佛法嚟解決生活難題喎。而家直頭就舉例咯。咁但係你如果冇歸依到，又會點咧？嗱，呢一啲修心嘅教法，本來應該只係教弟子，就唔公開嘅。但係因為咁係因為普通人咧，佢係唔會依足上司嘅指示去做嘅，個效力係會大減嘅。你教都冇用啊，你 YouTube 教都冇用，佢係跟啲唔跟啲嘅。好多人對上司的信心其實不足夠的，如果足夠，他一早已經成為上司的弟子了。因此這些人呢，他跟從上司在 YouTube 上面的教授的時候，他一定不會跟足的，他一定有些不足的地方。固然的上司呢，有些是不在 YouTube 上教的，有些沒有在 YouTube 上教的，那你又沒有了。加上的上司在內部的教授會更加完整的，那你就沒有辦法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了。因此這些人呢，他只能夠在一知半解之下去學這些教法。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這些人自己本身的決定而造成的，他決定不歸依，這是 他自己的抉擇來的。那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之下，他可能是會出現反效果的，上司未必會回答他的事。為什麼？你都不是我的弟子，那是沒責任回答，就算是他的弟子都要守某些戒律才回答，你都連戒律都不守，那你答咗你，你都唔收唔到啦，系咪？咁所以系有好，仍然系有一个嘅佛法上面嘅要求嘅。嗱，或者你误解咗睇 YouTube 嘅时候，误解咗上司嘅教导，自作主张咁更改呢啲教授等等嘅情况，都会出现偏离嘅。加上你冇其他嘅修法去辅助，因为如果你系佢嘅弟子，佢会教其他修法嚟傍住你噶嘛。啊，即系好似个十四根本舵咁，会傍嗰个戒律嗰个觉性会傍住你嚟修噶嘛？你冇咗十四根本舵嗰个戒律，冇得傍住噶咯喎，差好远好远噶喎。有十四种极为强烈、巨大同深度嘅觉性，你冇咗噶咯喎，咁你争好远噶啦喺修行上，咁就会令到你啊嘅怨亲债主可以插针入嚟扭曲你嘅一啲做法同想法，咁你所得出嚟嘅效果就会出现偏差。点解啊？你都冇归依到，点会有护法帮你咧？系咪啊？喂，你皈依嗰個護法最多係五戒十善嘅，喂，幫好少嘅啫喎。咁你就要知啦。雖然係咁，我亦都明呢個道理，但係由於而家我所教嘅嘢係極其珍貴同罕有，根本冇人喺出邊識得教你噶啦。你根本冇辦法喺其他地方可以獲得呢啲教授。為咗要令到更多嘅眾生得益，所以即使呢啲教授只係能夠令到你獲知一二，都是其實對眾生有益的，所以我就決定了在 YouTube 上公開這個教授。但是你們要注意啊，並不是隨便去皈依一個上司的，你是必須要皈依一個可以同時代表佛法僧的上司，而且他懂得這些教法，你就可以皈依他了。因為現在這些所教授你們的都是一些佛法的核心，而並不是一些普通的儀式，亦不是灌頂，又不是教你普通的儀軌灌下佛本尊，亦都唔係就咁教你念佛號或者念咒呢啲表面嘅教授，而係深層嘅教授。呢啲嘅深層嘅教授唔單止可以協助你脱離輪迴或者成佛，佢亦都係協助你解決日常生活嘅難題。日常生活其實就係修行，點解佢呢啲難題就係你嘅修行。好啦，呢啲嘅教授係可以足以令到你生起五種智慧同覺性嘅。所以成為這些上司的弟子和對這些上司有信心，在修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你成功的主要因素。好了，現在正式教一下你怎樣將十信融入去。剛才說了，十信的第一個是信心，你要接受什麼？兩樣東西，你要接受心信因果，還要加多一樣，對上司有信心，這樣你才可以生起平等性智。
點解啊？深信因果，因為報應不爽，所以我知道呢個係一個平等啦。點解對上司有信心，都係幫我生起平等性智咧？咁，因為佢教你點樣生起平等性智，所以佢咪幫到你咯。佢教你就快好多啦，你自己摸又有排。你話我淨係深信因果啊，我唔使上司教啊。咁你嗰個平等性智啊，要建立起嚟都可能要走好長嘅路喎，三代阿真奇劫喎。但上司教加埋上司嗰啲因素就快啦，咪可以即生成佛咯，快好多噶。好啦，念心第二个十信里边嘅第二个叫念心。咩叫念心呢？就是念念相续，不断于信心同念心，以达至觉性现前。即系咩嚟噶？即系你唔断得，你要念念不忘，都系要有呢个念心，而呢个念心要同呢个信心系挂咗勾嘅。我咪講十信係一環扣一環咁扣落嚟噶嘛，你有信心先有念心，冇信心就冇念心。你唔深信因果，唔信上司嘅教法，你連念心都冇埋，咁你點達至覺性啫？係咪？有念心先有覺性噶嘛？咁念心係點樣構成嘅咧？原來咧，念心就等於意念加心性，即係咩嚟嘅？嗱，如果你個念心係善嘅咧，佢可以帶住你生生世世咁向上提升。你可以即生，或者甚至在不知多少生之後，你就一定可以就成佛或者脫離輪迴的了。那這個就是念心的重要性，它帶到你生生向上，帶你向成功那裡進發。如果你的意念是善的，我舉一個例子，譬如你灌了某個頂，或者上司傳了某個法給你，就教你灌上這個佛菩薩本尊，這個就是叫意念。你自己用你的意念去創造這件事出來，去營造這件事出來，觀賞這件事出來，那你的意念肯定是善啦，你是希望連結諸佛菩薩嘛。但是呢，你又沒有修心，上司沒有教你修心，你的心性是惡的。那我就想問你了，你估當你要第日投胎的時候呢，你估你的心性帶著你去投胎，還是你那個觀賞諸佛菩薩那個意念帶著你去投胎呢？我可以肯定答覆你，是你的心性帶來，它是百分之百主導的。那有沒有分一點給個意念，一分分給它？不好的，因為你觀想的佛菩薩只是講那個形狀而已，你的心性不好，你連結不到佛菩薩的，所以你這樣的意念是一分都拿不到的，因為你的心性已經操控了，佔據了你的意念的嘛。你的心性其實是，你的意念是建基於你的心性的嘛。所以你咪就係，如果你個心性係惡嘅，你點樣灌到個樣似化妝化到個樣似個佛菩薩都冇用咯，明唔明白啊？所以係由個心性度主導噶嘛。咁所以你要記住，當你個心性惡嘅話咧，你嗰個念心就一定唔會係善噶啦。跟住你一定冇辦法生生向上，你一定係生生向下。你一路一步咁樣咧，就始終你又會入無間地獄噶啦。睇幾時嘅啫。如果你個念心是善的，你會生生向上。但如果它的組合，整個念心的組合裡面只需要你的心性是惡的，那你那個念心都會沒有辦法是善的，一定是惡的，你就沒有辦法做到生生向上。你的心性就主導了一切。念心是有兩種的，一個呢，它的組合是怎樣呢？就是意念加心性。如果我們的念心是善的，那我們的那個意念如果都是善的，譬如我們觀想的佛菩薩本尊，那我們的意念一定是善。那就最重要就是再看看另一個元素，就是個心性。如果你的心性都是善，那當然你的整個念心都是善。但是如果你的心性是惡的話呢，是很大件事的，它是百分之一百令到你整個修行是失敗的，即是你想去佛薩土都不行的，它只會帶著你根據你的善惡業組合。如果這個惡業多的，而且也是引發的，那你就會做惡鬼啊、畜生啊、地獄這樣的。那所以呢，如果你的心性只要是差的話，無論你怎樣觀想諸佛菩薩，那都是只有樣子，是沒有作用的。那結果呢，你的念心呢沒辦法做到善，你生生向上的這件事做不到了，那你得到心性帶著你而是惡的，你就只會生生向下，直至到你跌入無間地獄為止。它是一路向下地走在那裡的。所以我們那個念心是很重要的，就是說念心要扣住信心，
你要對個因果要深信，咁因此你一深信因果，你就會冇咁焦慮，容易有定力，你亦都會知道要點樣去守護你嘅身與意嘅行為。而你對你的上司有信心，不單止個上司可以在適當的時間出手救助你，亦都可以調教你和協助你，幫助你扶翻正你的念心和你的行為。所以呢一個係重要嘅，個上司的嗰個監督和帶領指引的一個角色是極之重要嘅。呢一個係一個強力的加持作用嚟嘅。當然你要找啱上司先得啦。如果你的念心沒有扣住信心，即是你對你的深信因果或者對上司沒有信心的話，你只是得靠說灌了頂灌下個儀軌，你的深信是改不到的，改不到你的整個念心都是錯的，錯了的方向你即是沒有收到十信裡面的念心，即是說你信心又沒有，念心又沒有，那你就什麼都沒有。如果你有信心未夠，都要有念心，個念心就是真的你要改到你的心性，然之後再配合個上司教你點樣做觀想諸佛菩薩啊，點樣觀歸依境啊，點樣收落去啊，點樣配合持咒啊嚟到運用嗰個定力嚟做嘢啊，咁之後所教嘅嗰扎嘢先至可以生效嘅。但係你話我淨係心性好啊，咁可唔可以？我有信，即係淨係心性好，有信心啊，對嗰個深信因果。但係我冇上司教，我亦都唔識點灌諸佛菩薩，我冇咗呢啲喎。我淨係心性好咁得唔得咧？咁咧又唔得喎。你就要真係三大阿僧祇劫，慢慢咁嚟到去，先有機會成佛啦。即係嗰個心性要慢慢向上，少少少少咁樣進步。咁係三大阿僧祇劫嘅。咁你仲未能夠擔保你會唔會？在中間因為沒有上司的保護，沒有護法的保護，你就於是學壞了，於是你的心性又變回差，於是又跌回落去地獄，你未包這件事，那麼多生那麼多世，怎麼包每一世都一定向好呢？那這個就是你，因為你的心性未必是百分之一百那麼好，不是一百分的，你可能只有五六十分而已，於是你呢就有時在這裡向上，有時就向下，我們叫做生生世世的浮浮沉沉了。所以你要記住一件事，你那個念心很重要的，你的心性很重要的，修心是很重要的，你要分清楚，它是互相連結住的，就是說你的念心一定要跟覺性有關，你的念心如果跟覺性無關，即不是用現在我教的那個修心程序，你是這樣只是思念著那個諸佛菩薩的樣子，是完全改不到的心性，亦都完全扭轉不到你的命運，那這個是很重要的。好了，所以你要記住念心一定要跟菩提心有關。還有如果用現在的這個個案來做舉例，你是要確保你的女兒的安全作為你首要的目標，這種保護女兒的心要遍及於一切眾生，這樣才符合菩提心的標準的。這一種的覺性如果你能夠生起，你就可以做到平等性智，即是說你愛護個女兒的心遍及於愛護所有一切眾生，這才叫平等性智的生起的緣起。那你而要解決問題的時候，你的念心裡面一定要有一個目標定立，而這個目標一定要跟菩提心有關。所以念心呢，就即是話你不可以住上在自己的慾望裏面，希望一家團聚而忽視了保護個女的心。這個目標是很重要的，只要你這個目標定錯了，我將個目標定為一家團聚，那就錯了。我現在將個目標就定在我要保護我個女的安全，以及遍及於一切眾生，那就是跟菩提心有關了，那這個目標就對了。那這個這念心呢，扣住的那個目標，如果只要是正確的話，又再加上扣住的信心，你就會成功了，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修正你的行為，還有才真正可以提升你的覺性。即是說記住目標一定要跟菩提心有關，希望一家團聚本身其實不是一種錯，但是如果你因為希望一家團聚而忽視了個女兒的安全，這樣就是一種錯了，即是你的目標錯了。所以呢，我們看一個十信裡面，念心呢就即是說什麼，你要接受
又是接受跟我們的心情的接受掛了勾的，原來的念心你要接受什麼？接受一樣東西，記住那個就是重點了，就是眾生皆是佛，那你才可以生起平等性智的，即是所有眾生都是有佛性的，只不過一時蒙蔽，我和他是沒有分別的，我們都要跟他們融合一起，那才可以進入這個法界的無偏差無分別，咁入先至入到嘅。我諗我入咗去，第日我將來有能力，咁我可以翻嚟救佢哋。我一定要有呢個咁嘅救人嘅菩提心。呢一種眾生皆是佛，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定位嚟嘅。你一定要接受。如果你唔接受咧，你就生起唔到全面嘅平等性智。好啦，咁你呢個咧，你可以參考翻我哋慈悲心與菩提心嘅觀修方法第34集。所以你要記住，整個信心十信裏面的信心和念心都要跟我們的修心程序裏面的接受掛鈎，還有你要記住這兩件事是一定要設立目標的，我們任何解決任何問題都是要設立目標的，不然你怎麼解決問題啊？而這個目標一定要是不可以是犯戒的，還有一定要是跟菩提心的覺性有關的。好了，咁即係話個十信嘅信心同信念裏面要接受乜嘢？第一，深信因果；第二，要對上司有信心；第三，眾生皆是佛。呢三樣嘢我哋要接受，而且我哋喺解決呢個問題難題同埋呢個修行嘅過程裏面唔可以住相，唔可以住相，唔執著，咁就可以釋放你個覺性，咁先可以進一步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咁先生起到覺性嘅，咁你生起到覺性，你先可以生起到你嘅平等性智。所以呢一度咧，呢一部分，呢、這、一個十信嘅呢兩個嘅呢兩點嘅呢一個部分，係可以協助到你生起平等性智。啊，咁所以我呢個弟子佢咪講嘅，佢話我必須要釋放我嘅覺性，唔被貪念蒙蔽，要深信因果，生起五智。咁即係話佢第一樣。的接受，他是接受了深信因果，如果他不接受他寫不到這句話出來，跟著他也接受了我不可以被貪念所蒙蔽，就是他接受上司的教法，那就是第二點他是做到了，他說我要釋放我的覺性，那就是他聽上司教，上司說要你釋放覺性嘛，不住於上，那就是他做到第二點的，對上司有信心，不是他這句說話寫不出來的。他說我要生起五智，即是他又是對上司很有信心才講得這句說話，就是說上司說要生起五智，他就記住他了，這些就叫做上心，對上司所有的教法都非常上心，才可以幫他今次在這個難題裏面解決到的，還有他就才懂得怎麼懺悔。這個呢，這個弟子，所以我覺得他非常有覺性，還有做足了這三樣接受的，第三未教的，所以他可能不懂，是不是？但是第一、第二呢，他是做到的了，他爭在未識第三，所以呢他後來都叫解決到這個問題，都是接受了的，但是是不是遍及一切眾生呢？這個呢就真的要教了之後才識的。好了，下一步呢，修心程序的下一步第二是什麼？提問。咦，那提問要提什麼？提問就是你要問你的目標是什麼。你要問自己，你想解決這個難題，你的目標是什麼呢？究竟這個目標是為了一家庭團聚令自己開心，抑或為了個女兒的安全而作出抉擇呢？如果你沒有清晰這個目標，你會走錯路，記住不可以定錯目標，一錯就錯的了。所以呢，我也要讚一下這位弟子的媽媽，她媽媽一開始就一始中的說要確保那個孫女的安全而定立一動不如一靜的這個的想法的，這個就符合了那個目標了。嗱，咁咧呢一個咧十信裏邊咪第三個就叫精進心。咩叫精進心咧？精進心就即係要精準而努力咁堅持向上咁進步。咁咩叫精準咧？就係精準於你要設立解決問題嘅時候，嗰個目標你要好精準，一定錯咗歪咗啲都出事嘅，咁就叫精準。第二咧就呢個目標一定要係唔犯戒嘅。第三就是你要有菩提心的這個目標，有覺性在這裡。譬如我是為了要我的女兒的安全，還而且遍及希望所有眾生都 有這個安全，那就是跟菩提心有關，跟覺性有關。所以你的目標定得非常精準，那你然後再堅持然後向上，那你就一定會不斷進步的了。好了，那就是說
提問的第一樣嘢係乜嘢？你的目標是乜嘢？咁第二個提問係乜嘢咧？就係、是、你喺情緒上有冇貪嗔痴出現到咧？好啦，如果有，你要立刻懺悔嘅喎、哦。如果唔係咧，你唔修正你個行為，第日就會演變成為一種住相，而令到你嘅投生咧係會有受到重大嘅影響嘅喎、哦。咁即係蝴蝶效應嚟嘅喎。所以要立刻懺悔就唔會有蝴蝶效應啦嘛。懺悔之後就要立即經過分析、尋根對治呢啲幾個步驟，咁嚟到去解決問題咯、哦。直至到可以更正你的行為程式，解決問題，仲永不再犯之後，咁先可以停止喎。即係話要一路做落去嘅喎，做到老都做嘅喎。好啦，咁即係話提問裏邊有兩樣嘢你一定要做。第一，你個目標係乜嘢？第二，你嘅情緒上面有冇貪嗔痴出現？第三係乜嘢？就係有你有冇一啲因為住相而引發咗一啲錯誤嘅行動？即係你有冇做咗一啲嘢？譬如新嘅行為嚇，語嘅行為，你有冇做咗一啲嘢咧？你要提問咯喎。如果有包括意嘅行為都要問噶。咁你即係話，如果有又要立刻懺悔咯喎。新語意引起嘅任何行為都要懺悔嘅。如果係錯嘅話，懺悔之後你要立即經過分析、尋根對治，你要為呢啲錯誤所造成嘅過失同傷害，你要做補償。唔係我懺下，唉，我喺上司嘅佛菩薩面前懺下就算嘅喎。喂，你要做補償嘅喎，你所造成嘅任何傷害，你要做補償。跟住你要將所有引致嘅危害性減到最低喎，因為佢仲發展落去嘅喎，嗰啲嘢啊，你一定要令到嗰個危險性咧、傷害性減到最低，咁先至叫做係正確嘅提問。你要問曬呢扎嘢，然後要處理曬呢扎嘢。好啦，你睇下我呢個弟子佢係點樣做懺悔，佢話。當時我的心一直掙扎的，我呢就應該俾個女留在英國啊，定係揾個叫佢去我美國度揾我細佬住兩個禮拜，飛翻嚟香港咧咁。咁我於是咧就同埋我太太咧就喺唔知道如何選擇裏邊咧就走咗去求籤問卜啦咁樣。我的心裏邊好唔舒服，因為咧我知道皈依之後唔應該供奉外教同埋求籤問卜嘅。我的錯失係源於我冇堅定咁深信因果，呢一個係佢嘅分析嚟嘅。佢分析咗自己係因為冇堅信嗰個深信因果而造成嗱，咁但係因咁咧，仲有冇其他嘅咧？因為我未教啊嘛，我就教到深信因果，所以佢咪淨係知道呢一樣嘢咯。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仲要咧係經過一個分析、尋根對治，同埋要做懺悔嗱。咁佢係有做到嘅。好啦，咁但係能唔能夠真係更正到我哋嘅行為程式永不再犯咧？嗱，咁呢個就要睇佢係咪真正做到尋根對治啦。好啦，咁我哋而家睇下啦，精進心裏邊咧，即係話喺十信裏邊，原來係要同我哋嘅修心程序裏邊嘅提問係掛鈎嘅。掛咗鈎之後係要做啲咩？我哋要提問乜嘢？就喺情緒上有冇貪嗔痴呢樣嘢咧？如果你提問得準確、精準而堅持咁樣向上嘅話咧，你係可以生起妙觀察智。嗱，妙觀察智就係咁生起嘅，即係話我哋喺不疑位嗰度。收緊個不疑位嘛，要收到自己唔會再有懷疑嘅呢個位嘅呢個階段咧，最重要係要點啊？就係要精進於提問，你要識得點問，就算識得點問，知道咗大方向，仲要不斷繼續尋根問底咁問落去，問到佢盡，問到佢準咁嘅。你要不斷咁提問，先至可以提升我哋嗰啲覺性嘅。大疑就大誤。小疑就小誤啊嘛，咁你唔問就唔誤噶啦，係咪？你都唔識問係咪？如果你只係精進於念佛啊、收集疑鬼咧，但係全部都係一知半解嘅，冇覺性嘅，咁就只會造成乜嘢啊？好多嘅犯戒啊、錯誤，你好容易會退轉嘅。你收收下就會退噶啦，點解？你根本都唔明嗰啲嘢，你根本就冇徹底去尋根問底嚟到修正你嘅行為，你嘅行為程式永遠都係錯嘅，你實會退轉嘅喎。呢、这個就係因為你個心未獲得安頓，仲係有好多疑嘅緣故，所以我哋嘅修行，釋迦牟尼佛話：你第一步就要修呢個十信嘅覺性，令到自己去到不疑，任何嘅疑念都冇啦，釋除曬所有嘅疑念，你先至可以修落去。如果唔係咧，你修修下都係跌翻落去，行翻轉頭嘅啫。嘅原因就係因為你仲有疑，你要去到不疑。咁就要收呢個十信，收到佢100分。好啦，仲有好多嘅疑嘅話咧，即使你點樣收落去都冇辦法有功用同功德嘅。
咁就你就一定要三大柯憎祈劫。如果你唔想三大柯憎祈劫，咁慢慢嚟去除嗰個疑念嘅話，就要跟我而家所教嘅教法去修十信啦。好啦，所以你一定要歸依一個可以非常之深入、仔細同埋準確咁解釋呢啲疑問，同埋令到你嘅覺性可以生起嘅上師。如果你冇呢個咁嘅上師，你係需要三大柯憎祈劫，無論你灌幾多頂，你收個儀軌有幾勁，都仲係後話。你的基礎的心性和修心這件事的覺性升不起的話，你不用旨意修得到。好了，否則你就一定要修三大柯憎祈劫都未必成功。所以記住，好了，我們看看十信裡面的信心和信念，就要接受三件事。那精進心就是什麼？就要提問，提問三件事。第一，這個目標是什麼？第二，你有沒有貪嗔痴出現過？你有沒有引發一些錯誤的行為呢？這三件事你一定要提問，問少了也不行的。還有就是在個過程裡面，解決問題的過程裡面要不住於上，等你可以釋放個覺性，然後才可以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生起一個覺性出來，你才可以生起妙觀察智的。好了，下一步了。咦，我們的修心程序下一步是什麼？分析。咦，分析啲乜嘢咧？咁我哋要分析咩啊？你要根據你已經定下嘅目標嚟分析，你要根據天時地利人和嚟搜集足夠嘅資料嚟再進行分析，你要根據你已經受持咗嘅戒律同埋所學習過嘅佛法作出分析。嗱，這個根據天時地利人和嘅分析咧，就係屬於世間法。這個根據你所受過的戒律和所學習過的佛法來分析，就屬於出世間法。好了，那我們的十信裡面的第四個就叫慧心。什麼叫慧心啊？就是聰慧明達到位的，包括世間法和出世間法。即是說什麼叫世間法啊？即是說我們要對難題作出仔細的分析，這個分析過程要包括天時地利人和，同埋係理性嘅，沒有執著嘅，咁就叫世間法。咩叫出世間法呢？就喺分析嘅過程裏面，你唔可以生起貪嗔痴。咁咧，即係譬如你個對手係一啲好辣嘅對手嚟嘅，哇！佢啲心性又差啦，又成日做錯嘢，哇！我一經過分析之後，哇！我發現我呢個對手咧，哇！簡直～禽獸都不如，真係好差咧！哇，佢心性惡毒到非常，哇，針對住我，死啦！咁我係咪越分析越嬲咧？哇，即係嬲到震啦！原來喺左邊插咗我一刀，哎呀！我分析完之後發覺，哎，右邊都插咗一刀喎咁。咁呢時你會唔會嬲到震咧？你會唔會喺個過程裏邊生起貪嗔痴咧？嗱，呢個就係你要注意嘅地方啦。嗱，人哋有冇錯咧，就唔關你事嘅。他受果報就不是你受果報，他有沒有錯？我分析的時候只不過是用來解決難題，我是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已，即是你必須要很聰明、很智慧、很明瞭這些狀態，很達位的，你很達到那個位的，你到位的，而不是偏差了的。什麼叫到位的？到位就是去回剛剛那個位置，不到位的不到位的，即是未到或者偏差了、走歪了路的，你是要這樣的，就叫做聰慧明達到位的。你千萬不要歪了，你的分析的過程就要跟著出世間法來，跟著戒律，跟著即是你要在過程裡面要生起到覺性，這樣跟著戒律佛法來分析的。一發現個對手錯，只不過是用了來幫你去解決難題，等你可以聰慧明達到位，就不是為了要令你自己生起任何情緒上的變化。記住這件事，只要你這件事出錯，那你就不屬於收到慧心的了，你的慧心就不夠分的了，可能20分而已。你要慧心100分就要做到這些。好了，那就是用這個個案做舉例，就是說什麼呢？如果你的目標是為了你的女兒的安全，那究竟是美國的疫症嚴重啊，定因為是英國的疫情嚴重呢？在飛機上的病毒傳染率又是不是很高的呢？你家人的意見又是怎樣的呢？你的女兒的意見又是怎樣的呢？
咁如果你要你個女離開英國或者留喺英國，你又可以提供到啲咩嚟到俾佢做保護措施咧？咁你要兩者比較之下，咁你先可以知道邊一個方法係比較係安全同保險嘅咧。你就係要咁樣慢慢分析嘅。好啦，咁所以佢呢度咪講嘅，佢話咧，我咧就寄望求籤能夠俾我力量，佢咪咁講嘅。佢點解會咁講嘅咧？係因為咧，其實咧。佢個女咧就已經都接受留喺英國，佢嘅媽咧就同佢講：你一動不如一靜啦！你如果係飛機仲容易感染㗎，為咗個女嘅安全，你諗清楚啊！即係咁啦。咁於是，但係佢個心咧就唔係向住佢阿媽所講嘅嘢，唔係向住佢個女所接受嘅嘢，佢係向住佢個心。佢個心係諗住我想一家團聚。哎呀，咁我點樣可以令到我個女同我嘅媽都信服咧？得啦，諗到一條橋就係、去求籤。如果求籤即係我就有一半，起碼我有一半嘅成功率啦。如果我求出嗰支籤咧，話你都係離開英國去美國嗰度停留14日，隔離之後你就翻嚟香港啦，一家團聚啦。嗱，如果係咁，咁我咪得償所願，又可以夠能力咁樣去說服我阿媽同我個女咯。你明唔明啊？說服埋自己啦，係咪？咁所以佢就話呢一個係一個自私嘅選擇，即係佢知嘅。佢明嘅，佢知佢自己想點，佢亦知道自己做緊乜咯喎，係咪？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佢都提到就係話自己因為冇深信因果，唔接受呢樣嘢而搞出嚟嘅，同埋佢個目標定錯咗。嗱咁所以咧你要記住，如果你唔考慮你個女同你個媽嘅意見，你一意孤行咁決定俾你個女離開英國，雖然你係用靠支籤嚟支持你嘅理據都好啦，如果真係發生呢一個感染病毒嘅情況，咁你就會造成你個女同你個媽嘅怨恨，咁係對人和咧係不利嘅。好啦，呢種怨恨可能係一世嘅喎，但而且係唔可以挽回嘅。喂，咁你咪得不償失。你要記住啊，當我哋解決任何難題嘅時候，喺分析嘅過程裏邊，如果你發現有可能會引致唔可以逆轉或者唔可以挽回嘅結果嘅話，你要特別小心啊！你就一定要避重就輕。除非逼不得已，否則你千祈唔好揀嗰個方法。點解啊？因為佢不可挽回。你即係好似賭大細咁，你賭一鋪，凡係賭一鋪咧，都係好危險嘅，都係將我個命運咧又交託咗喺咩啊？個冤親債主身上啦。你賭緊啊嘛，係咪啊？即係有人俾好容易俾人插針插入啦，係咪？所以就唔好嘅。所以喺處理任何嘅難題裏邊，都要考慮到其他人嘅感受同意見，呢個好重要㗎。因為喺我哋嘅念心裏邊。定了位的了，就是眾生皆是佛，所以我們是要尊重所有眾生的意見，考慮他們的安全。好了，如果你的代價有機會是太大，有機會是無可挽回的，就要兩害相權取其輕，不可以亂來的。因為很多東西呢沒有完美的，你記住我說是沒有完美的，這個世界你必須接受比較中的最好，而並不是強求心目中的最好，否則你就是註上，一旦註上咧，就會引發錯誤的行為噶啦，就會令到自己的感受很痛苦噶啦。係乜嘢？求不得苦，佛法講嘅。所以你要記住，凡係如果你揀比較中最好，即係兩害相權取其輕嘅咧，唔屬於註上。不屬於註上，不屬於執著，是因為你經過理性的比較，所以不是一種執著。但是如果你是揀心目中的最好來到去做，那就屬於註上，因為你並沒有經過理性的分析。明白嗎？記住了，什麼叫做在日常生活裡面的註上，什麼是叫做不註上呢？如果你要進入法界嗰陣時候，那你乜嘢都唔可以執著啦，包括咧，即係心目中最好，定抑或係比較中最好呢樣嘢，你都唔可以註上。但喺日常生活咧，就係即係你喺三界裏邊運行緊因果法則嗰陣咧，就要用呢兩樣嘢嚟到做你嘅準則。嗱，如果你話我而家咧死啦，我而家即係進入呢一個生關死劫啦，我都走啦，我都要進入法界啦，決定進入法界定留喺三界嗰陣時，咁啊，梗係乜嘢都唔好住上啦，係咪啊？全部都要一元狀態啦。喂，而家你喺日常生活裏邊解決緊難題喎，你依家咧行緊咩啊？因果法則嘅喎，咁啊，梗係要根據呢兩個準則嚟做啦。凡係比較中嘅最好就不屬於住上。嗱，唔同解釋㗎，記住啊，唔同情況唔同解釋㗎。
心目中最好的，如果你揀心目中最好的來到去做的就叫住宿，明白嗎？好了，時機究竟我們何時要做些什麼，又何時不可以做些什麼，是很重要的。你要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才可以實施一家團聚的願望，這些是需要定力和智慧來到協助的，夠定啊，你要夠定啊，是需要訓練的。這些就叫做什麼？妙觀察智，就是妙觀察智。地利是什麼？究竟哪一個地方所佔的優勢是在比較上最好的呢？如果你在選擇這些地方的時候，哪一個地方在取用上是最快、最方便和最容易的呢？那就不用問了，當然留在英國，以當時的環境來觀察是一個地利，因為你不用搭飛機嘛，是不是？那就在英國了，那這個就叫做妙觀察智。十信裡面的第四個慧心，就是要你做到這件事，聰慧明達到位的，世間法和出世間法都要兼顧，這樣才可以真正生起一個妙觀察智。明的意思是什麼？你要明瞭所有這些事，你要接受時機未到，慢慢再觀察。所以我們接受是什麼？接受業力的因果報應，但是並不是什麼都不做。哇，你要做齊曬我所有的修心程序，五樣你都要做齊。在最大的能力和程度上，你要做最好和最有智慧的安排。那即是做，一做就要做什麼？做到最好，做到最圓滿，就是這樣。在心態上，你不可以執著於住相在任何的得失、成功或者失敗上面，這些才是叫做接受。好了，分析喎，咁我哋而家講分析，你係根據已經定下嘅目標嚟分析啊。頭先講咗啦，你要根據天時地利人和咁分析啦，你又要根據所受持嘅戒律同埋你所學習嘅佛法嚟分析啦。除咗分析呢個難題之外，仲要分析咩啊？你有冇喺個過程裏邊生起過貪嗔痴啊？你都要分析埋嘅喎，你唔可以漏咗呢個嘅喎。嗱，所以你睇下我嗰個弟子係點寫。他說只是因為我渴望一家庭團聚，而寄望求籤能夠給我力量做一個自私的選擇，因為我沒有深信因果，所以我的行為只是為了滿足我的一家團聚的慾念。這個是他的分析來的，是他的分析來的。他有分析到他有沒有起貪嗔痴，他有，但是他沒有設立目標，也沒有做到天時地利人和。為什麼？因為未教，現在才教，咪依家先教，所以依家先識咯。一識佢咪做漏咗呢幾個步驟咯。好啦，咁我哋睇下咯，即係話慧心咧就要做分析，分析咩啊？點解我會生起貪嗔痴啊？啊，你生起咗貪嗔痴，你點解生起啊？我喺提問嗰度已經提問咗啦，發現有喎、啊，有貪嗔痴，咁我就要喺分析嗰度分析點解你會生起啊？咁咯，咁呢個就先至可以生起真正嘅妙觀察智。咁呢一個係要同我哋嘅修心程序裏邊嘅分析掛鈎嘅。好啦，咁即係話我哋嘅十信裏邊嘅信心、念心、精進心都有啦。第四個慧心就係要做分析，分析乜嘢？第一，根據目標嚟分析；第二，搜集資料嚟分析天時、地利、人和；第三，根據受持嘅戒律同佛法分析點解我生起貪嗔痴。在進行所有的這些的過程裏面，不可以有住相，這樣才可以釋放覺性，才可以進一步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你不做第一步，你就生不起到個心，生不起到個覺性。那你即一定要有第一個口訣行先，釋放了個覺性，才有第二個口訣的生起的嘛，是不是？然後我們才可以生起妙觀察智。好了，咁尋根同對峙咧，因為時間嘅關係咧，下一堂講埋佢，會繼續用呢個個案做分析嘅。好啦，菩薩璎珞經裏邊咧係講話修呢個十信啊，哇，要修幾耐先到100分啊？要修一劫至三劫咁先叫已經叫最快咯，咁先至可以落到下一站嘅初住位，即係發心住嘅菩薩。好啦，人王經話話。你就想了一至三劫已經是叫最快了，你就要十千劫，十千劫就是一萬，是不是行正道？那為什麼你要修這麼久？因為你進退不定，浮浮沉沉。為什麼？因為你沒有上師教。那喜信論說真的要經一萬劫來修這個十信才成就的，
啊，咁我點樣即生同即生成佛啊？咁你就即係要收我而家教嘅十信。你收個十信最快嘅方法係乜嘢？一定要運用修心程序，生起五字，配合金剛經嘅口訣，要咁樣收個十信先快嘅。好啦，咁即係修心程序你知嘅啦，就係呢五樣嘢。佢點生起邊五個智慧，我都不斷講嘅啦。你仲要配埋個口訣喎，冇嗰兩個口訣你又搞唔掂嘅喎。咁究竟配曬呢啲嘢之後，你幾耐啊？仲要收，咁就視乎你運用嘅程度有幾多分，嚟決定你嘅速度快速嘅程度有幾多。你越跟足上司教，又做埋上司嘅弟子，上司連內部裏邊嗰啲觀想啊，各樣都教埋，咁你咪可以即生成就咯。話你又冇曬嗰啲觀想啊，嗰啲深層次啲嘅教授又冇埋啊，咁就冇噶啦。啊，即係好似頭先我嗰個弟子咁，我唔教佢。哇！原來咧嗰個提問又要提問啲乜，跟住個分析又要分析啲乜，哦，咁佢就會漏曬嗰啲天時地利人和啊嗰啲咁樣咧，佢就冇啊目標又冇設到啊，一設錯咗啊咁，又冇得諮詢下個上司呢個目標又冇得定錯，有冇定錯咁啊冇曬呢扎嘢，咁你就係要三大阿僧祇劫嚟收噶啦，呢個冇辦法啦。嗱，所以我要記住修心程序嘅目標係咩？就係要以十信融入覺性咁嚟修，訓練五智嘅生起。十信即是什么？十种觉性，来到提升我们的觉性至到不住于上，来到收个十信，跟住先至可以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咁配合十信去对治一切心性上同埋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同埋缺点，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可以再进一步配合空性，达到正等正觉，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啦。嗱，记住不住于上唔等于接受咗之后就乜都唔做。而是要配合十信，不執著地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是一種積極的接受，等於積極地面對，等於以靈動的覺性配合十信，生起智慧和覺照一切的行為。所以記住了，我們的修心程序裡面的接受，是可以訓練我們生起平等性智，我們的提問、分析和尋根可以協助我們生起妙觀察智，我哋嘅對峙到我哋所有嘅行為同埋我哋所有嘅難題嘅話，都係要依靠佛法戒律同埋提升我哋嘅覺性。如果我哋做得到，就係生起成所作智。當我哋呢三種智慧都能夠生起嘅時候，而你又能夠咧成功咁解決到難題，咁你要解決到先係嘅。你解決唔到，即係你嘅智慧仲未圓滿啦。解決到就即係已經差唔多咯喎，係咪？同埋仲可以修正自己嘅缺點同個心性嘅，咁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啊！做唔到呢樣嘢咧，解決問題都冇用喎，係咪？咁而且你仲冇諸相喎，咁你就可以生起下一個覺性啦，係咪？咁你就可以收到大圓鏡智啦。好啦，收到大圓鏡智之後，你將佢導入去一元狀態嘅空性非空，而且又冇諸相喎，咁你就可以進一步生起嗰個應無所住生其心嘅嗰個心咧。就可以生起到咩啊？法界體性智啦。咁咧，如果你喺成個過程裏邊都有配合到慈悲心同菩提心，咁當然一定要配合嘅。如果唔係，你係冇辦法有呢啲智慧噶。你全部有配合曬嘅，咁咧你就一定可以生起到100% 嘅菩提心，即係正等正覺。咁你即係可以成佛咯喎。嚇！咁呢一個咧，你可以詳細睇翻我哋敦珠佛學會由第20集去到第。不是34啊，應該是37了現在。啊，將由第20集到37集呢都是講這個的。那我們今天呢就講到這裡為止。那我們呢就看看啦。那這個2021年的3月14號就是有大白散蓋佛母的煙供法會，是協助你們避一切天災橫禍的。它的直播內容就是開示金剛經的口訣，日常生活的修持法，即是第慈悲心的第38集了。咁咧，我哋會抱存埋現在燃劫千佛明經第7，亦都會抱存大白散蓋佛母咒同埋六道母色災咒，亦都會抱存大白散蓋佛母嘅參聚奇次保護奇願文。咁我哋咧係有皈依儀式嘅。咁如果你想皈依嘅話咧，咁咧你咧就要請求皈依啦，咁即係你要去我哋個網站嗰度，左手邊有一個叫做入會嘅嗰個度咧，你撳一撳佢咧，咁咧就會可以
下載到我哋嘅申請嘅入會歸依嘅表格嘅，或者咧你咧去呢個電郵裏邊，請我哋將嗰個表格 email 俾你都可以。我哋咧，你將嗰個表格填好之後咧，你要記得俾一個 Gmail 嘅電郵我哋，然後電郵俾我哋。跟住咧，你如果再深入去碌落去下邊睇咧，你會發覺嗰度咧有七套片嘅，喺個網站嗰度講咗歸依嗰欄咧有講俾你聽，有七套片你要睇嘅，你要睇曬，咁咧就經過我哋嘅面試，咁咧我哋先至會，你先叫合格嘅。但係我哋嘅面試係好簡單嘅啫，只不過喺網上嗰度咧問你一啲少少嘅問題，確認你真係有睇過呢七套片嘅啫，就唔會真係考到你唔識嘅，好容易就考到噶啦。咁你面試之後咧就會收到通知啦，咁然之後咧你咧就可以咧通過網上全歸依。如果將來我哋個學會重開，我估計重開都會好快噶啦。咁咧你就直頭會嚟個會度歸依啦，係咪？如果你屬於海外嘅弟子嘅，咁你可以經過網上嚟到去全歸依嘅。咁咧我哋會第日咧亦都係會定期咧有一啲練授嘅一啲嘅實修嘅方法，唔可以通過網上教嘅嗰啲方法咧，都會喺香港嘅或者一啲分會裏邊去進行嘅。咁當然呢個等疫情退卻之後啦，我哋都接受弟子用電郵向上司請問嘅。咁咧通常咧，因為上司太忙係唔會回覆你嘅，唔覆你嘅電郵。但係你嘅問題，我哋係會儲埋咧，第日咧喺一啲公開或者唔公開嘅情況之下嘅教法裏邊回覆。好啦，跟住我哋睇一睇我哋嘅敦珠佛學會的 YouTube 啦，已經去到362,000個訂閱。咁咧，你哋記得咧要撳個訂閱，或者推介多啲朋友，或者用 Facebook 推介多啲朋友撳呢個訂閱。隔離有個鐘仔嘅喎，你指向呢個鐘仔嘅時候咧，你記得咧就揀翻一個叫做個人化通知撳落去。咁咧，第日我哋有任何嘅新片上咗上去咧，都會第一時間通知到你。咁啊，你要撳落去先得嘅喎。咁啊，記得要撳啦，因為咁樣係可以幫助到咧我哋嗰個多啲嘅眾生可以睇到我哋嘅片嘅，咁就幫到佢哋嘅。咁所以記住啊，而家目前係全球最高訂閱同埋嗰個點擊率嘅已經去到83,000嘅啦，係以華語為主嘅佛法講解嘅 YouTube 頻道嚟講咧，我哋係屬於最高嘅點嗰個訂閱率同埋點擊率噶啦。咁咧，我哋希望更加多啲嘅人得益，所以你哋要推介多啲啦。咁記得仲要撳喜歡，撳個喜歡，亦都會對呢個推廣呢個頻道係有幫助。記得要撳咯喎。咁咧，你睇翻我哋呢一度咧有一個叫做播放清單嘅。如果你想揾翻慈悲心菩提心嘅系列咧，就撳呢一個。撳咗入去之後，你就會見到呢個畫面啦。咁你就咧撳呢個箭嘴嚟揀翻佢啦。撳呢個箭嘴，佢會一路有啲清單俾你揀。你中意譬如見到慈悲心嘅有粵語同國語兩個清單，咁你就係揀其中一個你中意嘅撳落去。撳咗之後咧，你想揾翻自己嗰個集數，你就喺呢一個嘅左手邊有條灰色柱拉佢落嚟咧，咁就37集都喺曬裏邊噶啦。咁你就喺嗰度揾翻你想要睇嘅集數。咁咧，我哋嘅網頁咧，喺我哋嘅網頁嗰度咧，你可以去我哋嘅網頁嗰度，喺個首頁嗰度一路碌落去，你會見到兩個大掣。黃色嗰個就是粵語，藍色嗰個就是國語。你撳落去咧，就會有一個 PDF 俾你可以下載嘅。呢一個咧裏邊已經寫曬我哋已經啊咁耐以嚟係上載咗幾多嘅片喺上邊。佢幾時上載，屬於咩級數？佢係講佢個題目係叫乜？跟住佢個長片長幾多？同埋佢嗰個嘅連結都喺曬度嘅，你一撳呢啲連結就即刻飛去嗰套片嘅，你係唔需要去 YouTube 度慢慢揾嘅。喺我哋呢一度咧，就已經係有得提供曬俾你，可以即刻睇曬呢啲片嘅。我係希望你哋盡量睇多啲，因為咁樣對你哋嘅呢個一生有好大影響嘅。因為如果你唔識呢啲咧，你根本唔識應付生關死劫嘅，你亦都冇辦法可以幫自己改變到自己嘅命運。所以呢啲對你哋係重要嘅，你哋記住要學翻啊喎。